好儿，好，降噪打开是吗？嗯，降噪，哎、欸，有，有吗？有，变干净了。咦，哦，好神奇，用这张哦，天哪！对，如果我家长回来先 gank 我的话，我会先关麦一下。OK OK，、哦、没关系，辛苦了。我现在找一个我们共同点的东西好了。我们弄共同点吗？你们有看漫威吗？有啊。没。没事，你不孤单，我也没，我没有，我也没看过动漫类的，应该大家都算常接触吧？有人很少看动漫吗？你现在给我去看，这样子吗？现在吗？现在我不直播，我这边直播看动画，直接从我这边筛选。啊，那个《丛林世界生活》。我没有看那一半，没看。对啊，那一部我只看一半而已。还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转身啊？那个转身，物质转身，啊，物质转身，物质转身没看。哇，都好新的，那你讲旧一点的东西。旧的，旧的话，猎人跟犬夜叉。哎，钢炼可以吗？钢炼钢炼也可以，钢炼可以，可以，那还好。怎样？你知道我准备这？因为我有几个题目是那个，就算真的完全没看的，一定可以画的题目是迪士尼跟宫崎骏。哦，哎，好像可以哦。那我觉得宫崎骏比较安全一点。然后还有我们有玩过是梗图。梗图，梗图，梗图很有趣啊！梗图好像也可以，顶多不知道，我们可以去查，对不对？对啊，反正就照着画而已啊，没，因为那没办法打字猜啊。也是。对，拉一个视窗出来。哦，这样应该就有了。Open Book 开始直播了，可是好像啊，大家说我们是动画小画手，动画小画手，动画小画手是我们这边只有你吧？会做动画的？没有没有没有，可是我那也不算是动画那种啊。但是他最近出了一个赖贴图，而且是 GIF， 趁机共赏。支持一下，支持一下，对，赶快赶快支持一下，汇款的支持一下，支持一下。赖贴图几周年庆，他几周年？等一下，等一下，你要宣传还忘记？对啊，宣传还忘记，不是因为不是我画的。十周年，十周年，十周年，搜寻天竺鼠森森。哦，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阿帕。太害羞了吧？哦，是什么？嗯，汇款的声音主打场，对，等下记得直接缴钱清。先汇一百万给喵哈。而且我跟你讲，今天我们有八个人，只有两个人没开台。其实我也还没有开。哦、好吧，我还没按。正在 ing。可恶！那只好刚好再来一次。嗯，没关系，没关系。我也还在工伤一次。哭出来的，跪着，别哭，哭，跪着，感谢各位大大。外面在打大雷，哦，对，咦，我好怕我家数据机。上一次那个我们也是打他，对啊，上一次也是打。多久也跟我们来玩电话画图，就他画到一半开始漏水，然后就滴到他手写板，结果他手写板就挂掉了。啊，没有，重开机就好了，重开机就好了。成本很高哎、欸，真的。而且那一次我们特别找全部有手写板的人，然后就突然他画到一半没手写板，他用鼠绘画到最后超猛。敬业敬业敬业，超好，致敬致敬，真的太厉害了，太心累了吧，爸爸。厉害。啊，你们。都开好后跟我讲一下啦。好，等我一会哟。好，你们可以先聊个天。他继续来找话题，有没有？对。没了。所以我们主题是什么、啊？主题哦，我想哦，我们先来，你们都很想睡哦。
我想说如果很想睡的话，那就先从那个一氧化葫芦让你们醒来。我怕我们怕你们动画还没进入状况就那什么东西？说不定这样才有趣哦。画到一半睡着，撇掉，后面都空白了。什么东西？那我们待会来一氧化葫芦来想一个主题。OK， 找出我的灰度板板。听到我的声音了，听到我的声音了。灰度板板，哇，他有几个人是在退区开？哇，我在退区。我们才学四郎，我凑时数而已。哦，你是说一周要凑的时数，还是一个月要凑的时数？现在好像图奇那边是新制度的凑时数。对啊，没有，我只是因为那个我的 OBS 连不上 Twitch， 所以不开。OBS 连不上 Twitch， 所以是定要吗？有时候要重开电脑，不然就是重登好几次才会连上。Oh.好累哦，问题很多。真的，真的。然后我就干脆不开了。我是用 Streamlabs 的东西。哦，我也是哎。我的话是降到旧版的。可以，你当然你可以试试看旧版的。啊，旧版的很难弄哎。不是说旧版的啦，是说原，应该说原版的。是。对对，原版的 OBS。我是把。繁星，我跟森森在 YouTube， 其他都在 Twitch。呀呀呀！对对，我分两派。站起来，站起来！打架，打架，打架！打架！开始互拉彼此的头发。我记得 Twitch 好像讲什么关键字会被编台的，对不对？真假的？我记得前阵子很会，前阵子很对啊。是哦，嗯，我不小心讲到那个关键字吗？我很怕哎、欸。我觉得不会啦，因为那个圈子不一样。哦哦，对啊，感谢繁星老师。我可以稍微提一下，真假的？没有，跟打撸有关的实况组的东西。哦，原来如此。嗯，好，哎。哈，我刚回来，是开一吗？我刚回来，刚回来就好，我先跟着说好就对了。好，接着好什么 ？OK， 好。这样好什么？嗯，好什么？今天天气还不错。好。好，哎，外面下大雨还打？真的假的？我这边下大雨呢。我这边没有。嗯。啊，我。哇，那个头像这样亮好方便，对吧、啊？耶、yeah ，嗯，所以现在是只有喵哈的直播已经按出去了，我也按了，我也按了，所以 YouTube 都按好了，嗯，开始先站起来了，我刚刚在想说图奇什么时候要按出去。還沒那我去看 YouTube 的都在等图奇了，图奇什么时候要按了？现在开始站了是不是？开始站了。我又什么都不说了，我只是还在准备啦，等一下嘛。开始哭。别人是站南北，我们是站直播平台。我们站紫色跟红色。紫色跟红色学校。笑死！你们最近有被那个《哒哒哒优惠》这首歌洗脑吗？那已经很久了，现在已经过一段时间了。我之前有 Deep 把它化成功过。哦，真的哦，嗯，酷哎！可是上面的超大已经不见了，那特大山上面特大不见了，还变成喵哈，不是变喵哈？对啊，对，最后变喵哈。为什么？好好笑！哪边可以丢图片吗？这边可以，那个聊天那边。我看了吧。哦不，我的饼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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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我把它存在哪里了？大优惠的图。所以后来变大喵，大喵哈这样子。大喵哈。大喵哈。大
喵哈，听听看这个有没有声音，好可爱哦啊！你要爆炸哦！对啊，对啊，那时候就他被要让他爆炸，然后最后变喵哈，好可爱哎！发票寄过去，我找啊，这个，那时候玩最好玩到笑到翻过去是这一张。你知道火小火龙吗？我这是一张好笑啊！好厉害，很重，超重的，好厉害哦！而且你知道中间还有人说让他掉下去，对啊，还特别备注是怎么回事？好，我现在去做一下开场，站立一下。好。哎呀，这个叫电话游戏是吧？对，电话。那是把小火龙给戳死了，是不是？好好笑。嗯，这个画小火龙这一群的还是没有手写版的也画成功。对，他很厉害哎，很猛。有人说我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你输出那边有问题是不是？就是你把它关掉了。嗯，我只有音效输入。你是哪个输出？你是黑白的 GI 那个 OBS 对不对？嗯，哦，那没有哈，你的问题啊。可是我的 OBS 是当时开着画面叫姚帮我调好，我就再也不敢动它了。啊，嗯、我也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声音呢？我想一下、哦，你要去那个设定里面，然后看你的音讯装置吧，然后你的桌面音讯装置那边看你是调什么。应该是那里的问题、嗯、就是他可能会截取你游戏声音或网页声音，而不是截取到就是整个你电脑的声音这样子。好，对，不用紧张。不紧张不紧张。对啊对啊，大不了就是别人看你画面然后听我们其他台声音而已啊，然后就是我一个人自己那个自嗨看记录档超尴尬好怪。嗯，自嗨，自嗨一截。对，自嗨，没关系。就很像是实况组跟一群观众在玩那种感觉而已。没事的，没事的。我在玩点击饼干。点击饼干买啦、啊。哦。以前跟之前网页版有差吗？好像有，因为我以前玩的时候没有那个转身功能。哦。你之前是跳到玩那个点点英雄，对啊，我记得以前那阵子我们就狂开网，然后我上班还偷开着我点点英雄的网页在那边玩。对啊，哎、欸，玩呢？嗯？你刚断麦？啊！我刚刚是听到玩到还是？啊，算倒是蛮清楚的。咦，大家都说没有，呵呵，真的是自嗨，哇哇，居居，等那两位回来帮你看吧，没关系啦，不是这有关系。输出音效那边的齿轮按下去，它是抓你的。对啊，我刚刚是想问那个位置啊，他能不能分享画面？好。为了你，我停下了点点饼干。压力山大，压力山大。等一下哦。不是啊，荧幕分享，荧幕分享。正下方有一个画面，分享你的荧幕那边。我是叫你截图你的荧幕给我看。没关系，你按一下那个截取音效输出的那个齿轮，然后按属性，把它改成就是预设吗？就是预设，它可能你预设有调到什么，然后你把它改成其他的，就是你正常的输出影响。嗯，它出现装置，然后没得选呢、欸，没得选，对，它是没侦测到我们，它感应不到你的装置。所以你现在输出影响那边是它没有亮任何的，对，它没有动，无解，预设。真的，我只听到
有自己的声音，在测试中。那你点你的档案，然后按音效。我档案设定音效，我是 make 啊，，你还是分享一下画面吧。我要怎么分享画面？下面，哎，下面有个画面，滴滴左下角那边。哦，对吼，嗯。这个，这样子有吗？有。哦，好多。嗯，我看到旁边的大图了，好可爱。你要不要先把 DC 缩下去，让我看？我要缩小，缩小你的 DC 画面。这样，嘿，你的右下角有个设定，右下角这里，对，然后音效。你把那个停用的打开就对了。你那个停用啊，最上面最上面呢、啊？它只有停用，是不是？为什么会停用？哎、欸，好奇怪哦，强制停用哎、欸，好酷哦 ，GG， 哇！还是你本身电脑桌面就是没有在输出的、啊？你听得到？你打开 YouTube 的东西会听到声音吗？不对啊，他现在跟我们讲话，他应该就听得到、啊。我听得到，嗯，对啊，我是接那个 Apple 的耳麦。Apple 耳麦，嗯，那你有桌面的音效可以按吗？就是右下角音效声音，嗯，对，蓝牙旁边上面左边上面右边，哎、欸，对，他出你把它改成那一件吗？不知道、欸、这个吗？你点这个，然后再看可不可以把它点，就是点启动这样，还是不行？天哪！啊，你上次是怎么开灯？上次都没有开过，他没有开过，他是第一次、嗯哦，我就想说试试看。关系啊，我觉得还是以大概为主就好，不然你之后可以试试看那个另外一个。对啊，之后再解决就好，之后再教你哦。耽搁到时间了，没事、啊啊，他们还在开场。哎、欸，对耶，好专业。然后做这时候要突然按下去，然后害他们紧张一下。做 V 的就这样子、啊。棒哦，没关系，这个就算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办。我上次其实有研究过了，可是啊。还是不能用，啊，先这样子。换电脑咯，输出音效？哦，没有，只有输入。对啊，那我本来是想要叫你看这边的、嗯，就通通停用。对啊，这个而且我没有办法设定哎、欸，就不知道为什么。换、嗯、电脑了，这我换会不会真的跟苹果有关啊？蓝牙耳机看看呢？苹果这个局限超多的哎、欸。对啊，因为我记得就是苹果的电脑会限制很多东西。嗯、Hello， 嗨，哦好，我有什么东西？没有，刚好断去了。好，我们要等三位回来，我就可以开始了。我在自己的后台打字，有一个介绍，好像是 Mac 本来就有这个问题，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它有个教学，反正还有时间可以处理。声音都没了，对，它好像没声音，它哎、欸、啊，它刚刚是有动到什么东西，我刚刚看到听到砰的一声，然后它就不对，完蛋了，森，你先把那关了，你听到我们声音吗？麦克风就会啊，你麦克风没了。你听到我们声音吗？不会连我们声音都听不到吧？他看起来电脑也没在动啊，他用站立的是不是？他站立的是不是、哦？有可能。他听得到，但是他，你有讲话吗？啊，不对，那是麦克风输出装置吗？还是？你看他的音效有在跑，那应该是我们的声音啊。有哎，不像截取音效，
对，但所以他的输出没有在跑，所以他的麦克风挂了。等下，森森，我直接建议你整个重开机，重开机救一切。他写整个重开机，不是。他的麦克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见了，没抓到。完蛋了，他听得到吗？是截取音效啊。嗯，哦，我刚在喝水，哦，然后有点想睡。他回来啦，嗨，有声音了吗？嗨，有啦，有，哦，回来了，好好好，我先把我的在那个开台前先搞好好了。对，这个算了，先不要理他。另外三个还没回来，我们去看。他们通常开场开一下，就是会问安啊，还是怎样的、啊？对，应该是快好了。决定他们的观看人数这样子，人越多的话就越久。我们一个一个打招呼。我们至少说，哎、欸，那个观众有开他们的台，先把他们台关掉，这样我们就可以赶快开始。对。刚刚好像有 A， 有 A 吗？刚刚有人跟我说，刚刚你们的声音有 A， 有、啊、可是你的声音不见了。对，但你的声音不见、啊，还是你是只能一个存亡？声音只能共存一个吗？不能共存，只能存一个。因为刚刚好像是你把你的麦克风当成你的喇叭在用的样子啊？哎、欸，可是因为我只有接一个耳麦这样子而已，对，所以不能共存啊。哇！我去看他们台哈。喵跟迷还在开。趴睡的。趴睡，我就要看着。哎，想错了是找音效。对，那那个，因为他介绍蛮多的，你可以直接找音效。感谢，超级感谢的。不会。我每次都羊根的声音都转不过来，你知道吗？啊？什么意思？因为觉得你应该跟米卡一样的那种声音声线。我是没有听过羊根的声音啊、哦，真的、哦？应该没有吧？我们好像没有吧？好像没有。对，但因为我有看过影片，所以我知道你的声音。对不起，我不知道。小鼠，好哦，感谢，欢迎来到这边。下次说随便拖一个东西下去了、啊、对，还以为来晚了，没有，其实我比较晚开了，谢谢你给了一功课灵魂哦，你阿豆来单来给你个啵啵。可以，米卡好像开完只是很小声而已，先睡好好休息，好的、嗯、我也好好休息了。天哪，对，还在感谢抽出点赞，把我的台的关掉，人少一点，他们就可以马上开了。然后你们等开了以后再过去就好了。都决定好了，慢的等待中。对，应该都可以睡觉，对不对？糟糕了，再等会儿，麻烦10:30先开，我们对，先提早个半小时约的。没关系，我继续画我的图。没关系，我去丢我的饼干。哎、欸，我有印象，上一次我们跟狼人玩，他有跟我说，他当时电话画图，他画完就马上再开始开旁边的画图，他就是边同时边画画图边画他的图、欸。哎，哈，很扯哎、欸，超扯。那个时间不会很紧迫吗？他就画完了，然后他就开始很闲，就开始画其他的图了。
太强了，真的很厉害，超猛。他真的是 很抓那个一点点时间在画他自己的图，哎，对，我做不到，我不行，我会死掉。他到底花多少时间在画那个游戏的图，然后才可以这样过去画？这感觉他画自己的东西应该只能画一撇而已啊。没有，他们画的很完整哦，好厉害、哦可是我听他也是从头挨到尾的，不是吗？那一次你可以去，我忘记他哪一天跟我们玩，你就可以去看他那一天，他就发了一张那个 Pokemon 图，说刚刚边玩电话游戏边画的图。那他可能是在回顾阶段在画的吧？你要想啊，他对 啊, 啊，有可能，因为我们是玩三个小时的时候，哎，没有，他那时候只有跟一个小时多吧，因为他后来有事。哦，对呢。什么时候开始？你要我要先暂停，我要先暂停，我被家长 gank 了。好，没事。OK。如果好吧，先看情况好了。那待会还是先从动画开始好了，因为不知道有多少时间可以玩。好。我看他制定可以调什么：现实、行动、轮次、计分、秘密。哦，动画好像还不能调，按错了。你直接开始好了。有，他开完，开始吓死他们这样子。我突然觉得，我这时候他们边开的时候，我们把电影按下去都可以。噔噔噔叮。玩摸黑也可以啊。哎，怎么突然开始了？摸黑超快，对。什么叫后台禁语奇怪设定？呀、yeah, ，好累啊！我喂，嗨，嗨，你的手会动耶、欸，好屌哦、喔！啊，真的吗？等一路回来，我们就可以来讨论，我们来第一个来画什么了。嗨嗨，到齐了！耶、yeah, ，等下有人被gank不是吗？没关系，我觉得真的再不介绍不行，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让观众听一下我们声音，因为毕竟我们两边观众可能不熟。我们从左边介绍一下，就是喊自己我是谁，然后让观众稍微记一下我们的声音。我第一个我是喵哈，嗨 ，Hello， 喵哈，嗨，不用跟我 Hello 啦，嗨，喵哈，嗨，喵哈，我超喜欢你的，我这个好像喵哈大大。叫什么？海底总动员那个，他们鲨鱼就跟他们叫自我介绍，嗨，多里，嗨，画面好即视感哦，嗨多里，嗨多里，你真的也可以笑啊。那下一位是迪路，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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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路，嗨迪路，嗨大家晚上好，我是迪路，哦。嗨迪路okay, 我是你的迷弟我每个都这样讲一下是不是每个都是你商业互吹一下商业互吹互捧一下账号在旁边账号在旁边对对对好 那下一个是我吗、哦、Hello Hello 我是喵太 Nekota 请不要把我名字叫错了 Hi, 对 Hi, 我是喵太喵我是你的迷妹喵太糟糕我要你的签名等下后画那个签在脸上可以吗不然你画一个八字胡然后我画到他好像被 gank 先跳过了对对对你要等他一下了、OK 反省反省等一下，我在看米卡说话。欸、抱歉，我是唯二的男生，我是繁星吗？耶、yeah, ，繁星大大，繁星，繁星、啊，我很喜欢你画的图，我是你的迷弟。繁星，繁星不理我。啊、不是、啊，不是下一位了吗？不是下一位了吗？安安，嗯，没了吗？安安没了安安谁你是谁安繁星你是繁星哎换、欸、我了吗换、啊、你了换你了、哦、对不起大家好我是天竺鼠森森画天竺鼠的森森然后就这样换下一个超棒了嗨森森我是你的迷弟
每个都要讲。好，很喜欢你画的天竺鼠，很可爱。谢谢谢谢。把这声音拉大一点。好，好，嗨，大家好，我是杨根，嗨嗨嗨嗨，是杨根，那个传说中最佳的员工吗？杨根，我听到那个咔嚓咔嚓的声音了，那个照相机。我一进来就发生什么事？你在自我介绍。Oh my god！ 我荒唐到这样，这么荒唐吗？他回来了，他真回来了，他回来了，什么东西啦？你知道这我实况这么久，这大概是我有史来碰过最崩溃的介绍。到底在干嘛？什么情况从糟糕变得无法理解？你可以看直播记录档。米卡，米卡好像对，米卡好像可以。哎，米卡还在忙吗？没有，他麦忘记打开，还是、哦、还是在忙在。嗯，哦，我在调你们声音，因为他们说很小声。诶、欸，可是我耳朵已经快爆了。不是你把我有把那个有把输出声音拉大。我已经都拉大了啊，我已经拉超大了。你的那个筛选器的问题吧，你把筛选器关掉，还是你 OBS 把你的麦克风拉小？嗯，有我拉小了，统一小声音。我已经全部都拉大了，你们看已经到最底了哦。没有，你麦克风再拉小，你麦克风把它拉到很小。可是这样他们就听不见我讲话嘞。不是不是不是你的麦克风，不是我的麦克风。哎。哎、啊，不然另外一个你在，我也要说出，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嗯、啊，不然你在说出音效那边，然后你点一下那个齿轮，然后有一个是滤镜，增益嘛。嗯，你帮他增加增益好了，对吧、啊？有个增益，可以增益哦。对，他、啊、只是可能他们会交换你的那个身份，就是换他们爆麦，听我们是爆麦，对。我看看能不能调。你大概增个三吧，三保险一下。好。嗯嗯嗯。这样不要那么大声一点啊！开始乱讲话了啊！啊啊啊！满满的主播，他可以从这个啊里面分辨成谁？等一下 ，OK， 好啊！哎！啊，我们可以开始吗？现在还有谁有问题？可以，我这边是可以的，这边举手可以，可以。好，我们还是先从。新模式，你们没有玩过的动画模式开始。那稍微解释一下，它动画模式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用打字，是画图。那我们就先画第一张图，之后那张图会传给下一个人，那它会变成半透明的状态。那你就可以描那个人的图，之后稍微改一点动作，然后它就是最后串联在一起，就会变 GIF 的档。但比较注意的是，就是你比如说他画了一颗苹果。然后那个你下一个就会拿到那个苹果，那你苹果的主体还是要画出来，然后之后你可能让它咬一个洞啊，或者怎么样之类的。嗯，差异不要太难。对，那因为我之前不知道，以为不用画主体，只是加东西，就后面就坏掉，所以就记得后面就少东西这样。后面就少东西，所以要记得把它全部描过，然后再去画它这样。那我们好的。那它时间是 okay, okay. 时间是会越来越少吗？没有没有，时间没有越来越少，但大概跟标准模式的差不多。好哦，好，了解了。我跟我小观众聊一下天。那我们先定一个动物主题好了，画动物。好吧。那 OK 了吗？我按开始喽。OK, okay.。你们想到第一张图要画什么了吗？动物吗？我想到了。好啊，那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不能填色啊？不知道为什么它油漆桶呢？油漆桶不能用。对，所以就是你也不用填色，就是让下一家好画就行。你可以用别的颜色的笔去表达这样子。OK 哦，好，那我们就开始。好，嗨，准备好了我的 BB。其实你知道我刚刚在讲那个介绍苹果的时候，我刚刚心里很挫，因为我上次用这个介绍，就全部人都给我画苹果。然后你知道，是我刚才讲完的时候，就我想 ，OK。啊，你又说苹果？没有，可以吧？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题目吗？还是没有？有啊，动物，动物。哦，他刚刚那个动物，刚刚关了，刚刚聊太认真了。哎、欸，所以我第一个，没有没有，大家都要画，大家都是。你就要想一个动物，然后大家待会就会接到这张图去改变它的动作。这个应该是好大声、
你说画画的声音吗？是谁？先这样好了，这应该是动物吧？你们觉得呢，小恶魔们？不要画一个这么模棱两可的东西啊！是哦，他们说是，太棒了，太棒了。哦，他们好疼你哦。我好了，我也好了。好快哦，你们。没有画太多东西啊，小时候是 gift 啊。啊！你画的不杂，没有啊？你是在吓人，有点心虚的感觉。没有啊，没有啊。这个东西应该长这样吧？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哎、欸。就你画你的没关系，画一只动物就对了。画一个苹果就可以了，画一只不要画苹果都可以了。画这个好像不太好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你画什么？你现在时间只剩下四分之一喽！Oh my god, my god, my god！ 那等这样，那等这样。好，这样，好，完成，一定，太棒了！苗太的自然没有学坏，他自然。自然生物学，生物学自然，对。那等一下，它会有个图层，就是我们第一张图会变成半透明，我们就描就好了。哦、对，描了以后再微改它的动作，只会看到上一家的、哦，不会看到上家的。哦，就一张一张这样画下去。对，所以你的动作稍微微动，不用动到太大，要不然比较微动比较好动起来这样子。哦，了解。好。哦，时间要到喽！时间要到喽 ！OK。这什么东西？哦，可爱呢！我想一下哦，知道怎么画来着？这是要先描过一遍就对了。对。对。他描的时候就已经改他的方位了。其实蛮困难的。我觉得。是这样飞来着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我们可以不用照着他原本的样。我是说他本，不要差太多，不要差太多。就是不是他的习性，就是可能跟他。你又要搞什么飞机？你要搞什么？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危险！乐维。等一下，我还没有，我还没有搞事。你今天我们要搞不听话对不对？真的哎，我要打自己的手。进行时。打自己手，你真的很容易被逗乐哎。好像不太对哎。哎，等一下哦，我的 DC 坏掉了，等一下。骂他！哦，太快了，来不及骂。对，来不及骂。这样吗？你好快哦。瞬间哎、欸。他是被嘴都没有反应啊！喵太是被嘴都没有反应啊！什么？嗯？哦，你说他呛他没反应？对啊，没有，根本没还来不及呛他就回来了。不，他回来之后呛他还是没反应啊！他很沉浸在他的创作里，那很棒哎、欸！刚刚讲什么？我刚没有听到。可以看直播记录的。对。那你看 VCR， 那你很棒耶 ！OK。我刚直接登出哎、欸，小到我第一次刚搞事，噔，就是你的脸上会有一个转圈圈的图案，对，真的，连线中，不行，这耳朵不太对，耳朵，好的，哇，这个版本时间好多，但是我有舆论压力啊，好，就这样，舆论压力，我也决定，啊，搞事了，好起来。好了，我OK了。时间到。噔。好可爱啊！什么东西？啊，这好可爱。哎，等一下，我刚好忘记按完成了，他会还是一样会记录吗？会，他会留最后的。太好了。你只要不要最后一笔拉的时候刚好完成，然后你笔还没拉起来的话，他可能没有记录。哦。今天手也好不听话哦。我今天手好抖，怎么会这样啊？我也是。奇怪，这到底是不是喵哈？有人画喵哈吗？我，说不定是喵太。
怎样？是什么笑声？是怎么回事？我在搞事。不能把话太宽了。怎么这个人只有四只手指头啊？怎么会有人？人不是动物吗？他也是动物没错。好吧，是啊，是是是。啊，对啊，你如果用橡皮擦会把上一栋的图擦掉，所以请慎用。啊、你可以看看，我才刚用完的。检视不会出事的，但你自己看会出事。哦哦哦哦，我以为是会影响到那个跑的。不会不会不会。面白いな。你好快乐哦！真的是从来没有画过这么快乐的东西。好期待哦！对啊，我也很期待这动起来会怎么样。分一点东西好了。所以是每一张图，我们每个人都会画到吗？会轮到八个人，时间要到了。看左上角有个三撇八，就是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三步了。Oh. 然后四撇八是现在有四个人完成了，五个人完成。所以动画是多一点人比较好玩，这样。我上次玩八个人，觉得动得还蛮顺的。就有时候是还差那几步而已。你太开心了。这好像不能一起移动，对不对？我都觉得你们很有创意耶。我没看到图都觉得你们很有创意。什么东西啊？这什么？这什么？可爱呢？我想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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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等一下，第一台。噔噔噔噔噔。哈哈哈哈哈！嗯，哇！哈哈哈哈哈！其实因为我不知道。前第二章我刚才破音，我不知道第二章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不知道他上一栋跟下一栋该画什么。没关系，没关系，自己想。有差这么多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往上还是往下，我怕等一下会变成在原地抽蓄，你知道吗？这就是看你有没有通灵到了。哦，好难哦，最讨厌通灵了。通灵去死啊！我没有，太讨厌了，超讨厌的，太气，要成为通灵王，不要，下慢一点，豪迈一点，豪迈一点，这个应该够豪迈，是不是？对对对，我觉得你们一直在考试，应该是很豪迈。哎、欸，生日快乐啊！啊，对耶，生日快乐，谁？快乐，おめでとう。谁生日？啊、哦！观众有人生日哦，生日快乐！突然，我以为你在准备惊喜。那我想说，没有，一路是前天生日。哦，生日快乐！再祝我一次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每天都生日。你也是处女座的哦。对啊，太棒了！是19号吗？还是19号？19号。耶！赞叹自己的作品，这样。结果不是我生日快乐哦，我作品真棒。完了，心结了。啊，这个是动物吗？什么？这好胖哦，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有18禁的图？啊，真的假的？什么？我刚没有画到这个东西。它是往下吗？哦，应该是往下。再讲话。所以他应该是哪一个动作？我们应该让他原地弹一下，然后再往上，耳朵弹一下，
然后头扁一下，揍他的头。揍他的头 ？What？ 嗯？你看他是谁在搞戏吗？他扁到不剩人形了，等一下。我才没有搞事呢。有，等下看。不是我画这张图的粉色，我猜是迪露画的。没有，我怎么这样抹黑？抹黑？抹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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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脚。应该可以吧？哦，他没有图层，没想什么图层，到底想画什么？想说直接画在那个线稿下面，那个线稿不会压到这样子。你可以用透明度啊，透明度去调。哦，对耶。然后讲对耶，然后还是没有动透明度。我可以感受到你没有动。那就是通灵吧，我就说，我最讨厌通灵了，我就讨厌通灵。太开心了，哎呦！我从刚刚搞事到现在，我会不会再开始搞了？起来，我从第一章就在搞了，应该这样可以吧？想着如果他，那代表苗太画的很可爱。啊、原本就很可爱的，不是，我是说这个东西很可爱，不是我。哇，好可爱哦！这什么动物？它已经偏离轨道了，这么糟糕啊！这是什么？哦、好可爱呢！这个我看一下，哎、欸哦，天哪！而且这个应该不止一个动物吧？我、哦、这个超可爱的，我们来把它毁掉吧。嗯、欸，你画了。我画的已经不是动物了呢，这是什么？我们让它做一点位移。它是往下，所以很认真在评估。对啊，我在想它上一个会在画什么。就我也在思考，我刚其实在作画的过程中有这样思考，但是当我没办法思考，我不想通灵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那你就是已经完成通灵了。太难了，我放弃了。我们让他的帽子掉下去好了，让他没办法过生日。哦，他好可怜哦。那是太开心，跑很快，所以圣诞不是圣诞帽，生日帽掉下去。我是知道应该是这一只啦。这个苹果是，还是我们让他生日的时候摔倒好了，我觉得蛮不错的，这是一个惊喜 ，surprise， 综艺摔吗？对对对，他要摔倒喽，你们看，哇，这个生物看起来非常的天真无邪，感觉就是天界会有的东西。死掉了？你说他死掉了吗？他死掉了，没有没有，上西天了。对，天真到往上走，你看得出来？这样吧，我们让他做点惊喜，我们不要那么无聊，我们要有创意。我觉得你们已经创意过头了。妈眼睛画开一下好了，感谢刘丁的会员，画个汗好了。啊，狂死剧作，生日的痛，狂死剧作，这怎么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什么东西啊？他头都是不见。我想一下，等一下，这是阿斯巴。啊，所以真的有阿斯巴哦？我不知道哎、欸，阿斯五吧。如果是长得不像喵哈的那个，我只是接着画而已。这是被迫害。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完蛋，我要被森森杀掉了。哎、欸，森森还有声音吗？我们做一点，欸、我们做一点。森森真的没声音哎。我们要做点流汗，加点情绪。我们要给他点 feel。完了，森森又没声音了。能听到我们声音吗？
啊，那个应该是那个吧 ，DC 红色的，重进就可以了。跟他打字讲一下嘛。不知道听不听得到。真的，通灵，开始通灵，神神。去他的台讲话。神神。还没开成。哦不。神神，冲开。你有回音呢。打给他。通灵，通灵。冲开。他现在搞不好是因为手太忙来不及滑，我要相信他。我带我把森森画好丑。Oh my god！ 我 Oh my god！ 我把喵哈画成丑。一下，所以是喵哈变十八禁了。Oh my god！ 哦不，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不是我这一边歪掉，是前一半就歪了。好像是，对不起。哦，罪魁祸首，抓到，抓了，抓了，还没回顾就已经抓到了，真的。哎、欸，对，炸鸡。哎、欸，糟糕，森森是打字，可是他没声音。哦、不不不，时间快到了。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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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打眼。我们再进去一点。对对对，我们再进去一点。什么？再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去哪里了？我觉得害怕耶耶耶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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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是什么啊？等一下，我大概知道，对不起，是最后一张喽。哦，真的真的吗？好，那我要戏剧一点，我要戏剧一点。这什么？这你太困惑了吧？不行，我觉得你会带给人家困惑。这啊？超级戏剧化，有没有这个？可我不行，我不能笑，手会在抖。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哈哈，对不起。那你过来。等等等等等等等。呀，这颜色有点多嘞。我们让令狗转一下。所以真的有令狗。嗯。这怎么搞啊？等一下，嗯。是这个颜色吗？等等等，应该要照他的，然后是这个角度吧。我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神兽了，我已经不知道我在画什么，我在瞄着瞄着他，然后再随便乱画这样。现在是创世纪，这什么东西？哦，你过来。噔噔噔噔。什么？这是什么鬼画面啊？我放弃我的人生了，要放弃人生了。不行不行，你还有很多事要做呢。我不许你这么做。我不许你胡说。我不许你胡说。我不许你胡说。那你可嘞？这样吧，这样够戏剧了，应该吧。这是我们动画里面最大的里程碑，嗯，腰斩，腰斩，这场发生了啊，要被腰斩，救护车来了，救护车来了，好了好了，开心开心，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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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超可爱哦，完，哦，可爱，开心掌声，完蛋了，真的有这只吗？啊，这不会是我刚画的那个吗？等一下。对不起，对不起，哎，好像不是啊，不对，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吃掉了，吃掉了，哦，原来是吃掉哦，哦，原来是吃掉哦，原来应该就是这个，我看看，那是怎么回事？不是，他的头就好像快断了，啊，我是拿那个蝴蝶有毒啊。那个，不懂嘞，又被敌人长出奇怪的东
欸、为什么？好可爱哦、喔！哎、欸，我动不了、欸，哎，我坏掉了。你动不了？对，我荡掉了，啊、都行。你重新整理应该可以吧？对，我重新重进重进。哪里过的？哎、欸，等一下，我直接变 arrow，、啊、我直接坏掉。哇，都存钱了。原本不是兔子的吗？怎么变水滴鱼？水滴鱼，水滴鱼哦。好像有兔子吗？有兔子啊，有兔子哎、欸！我一开始画兔子啊，然后我把它改成水滴鱼。哦，我看不到了。你快看我们的台，你可以看我们的台，你看我们的台。你看我们的台，它变黑色的。分享给你看。哦，有了有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它喷射哎、欸！水滴鱼为什么喷射了？然后从我开始歪一点。这个好棒哦！这个好棒，好赞哦！哇！他喷发，我的天！哇！好 nice 哦，好棒哦！这好顺哦，这好顺哦，我的天哪！对啊，这个好流畅，越喷越用力的。付出哎，可不，我刚刚瞄他那个没有看到，好可惜哦。没关系，待会给你看。啊、好好。我有画到这个吗？原来我画那个东西就是你用的哦。原来是这个。哦、原来是火箭呢、哦。加速！加速！加速！加速潜逃！哦、oh, ，原来那个是猫。我想说，为什么会这么多只动物？对啊，把灯关了，只是没有办法截图。你啪，被走。被走。哈哈哈哈哈！鸟，都被鸟了。直接进化了。还有幽浮。哈哈哈哈哈！哎呦哎，这个还蛮顺的。那个猫也张的张嘴，好笑。啊、可以下载，可以啊，可以可以啊，我有下，都没有下载，尴尬尴尬。哎，好，还有给你们，谢谢，好谢。哎、欸，这个原来是哦，是吐舌头吗？这跟后面的有点不太一样哎、欸。前面很可爱的说，后面那很可爱的说。后面那个苹果色好像是我啦。卡 Q 一点，哇！好痛哦，卡 Q 一样。我以为你是草哎、欸，对啊，我以为是吃草，所以下一幕就是吃回去，就变这样。Oh my god！ 我给他头好痛哦。他不，他苹果是拿来装饰的。Oh my god！ Oh my gosh！ 哦，这好鸟画好好哦。对啊，嗯，我想说会上下动啊。嗯，没有没有，他没有上下动，他没有上下动。哎哎、欸欸，这个后面变得很夸张。对不起，怎么了？怎么了？我谁害的？对，对不起，对不起。这是第一路，这是第一路，对不起。又炸开了，又死了、啊。那我也要对不起，那我真的要对不起。啊，你做什么？你做什么？能量把自己给煮了。哦，他把自己炸了，自己煮了，炸鸡，炸鸡，炸掉，完整哦，一生。他的鸡的一生。他应该吐出去了，结果他自己炸到自己。好可爱哦！对不起，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后面人开始道歉。对不起，好吃好吃，真的好吃。我刚以为他是从上面跳下来，所以他的脸变扁了。抱歉。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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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道歉大会。那个棉花说对不起，好棒哦！这个人，前面还好好的说，这个妖怪了，这样可以吃人吃，这草有毒，有毒，好可爱，好可爱哦！哦，跳舞，跳舞。那帽子哪里来的？哦，对啊，帽子突然出现了，掉下来了，帽子还在，好可爱哦！真的，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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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道歉，到底发生什么事？我拿破盖往前。
好可爱啊，不乖，帽都掉了。没有，我觉得接不会，我觉得还好。我觉得真可爱。我飞走了，太快了吧！是你吧，是你吧，我飞走了。好可爱，他像被什么吸走了，好毒，感觉像旁边那个爆炸机把它吸过去。前面跳舞动作还蛮可爱，对，前面跳舞好棒哦。我要说这个吗？我先说对不起，我也先说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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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是阿斯巴是这个吗？阿斯巴是这个，对，是。这个是怎么变成阿斯巴的？等下看就知道了。一直在进去吗？等一下，等一下，他怎样变大了？膨胀？笑死我！哈哈哈哈哈！我就想要画面拉出团子，好险他没有抽插的感觉。Oh my god！ 他走进去，他走进去，进去了，太好了，太好了，这样子还可以，可以，有那个酱汁比较浓厚，美味喵哈。所以我说那个酱汁呢？我说那酱汁呢？这个酱汁太浓了，制造就好了。哦，你好痛哦！你们醒了吗？开心，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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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神又醒脑，太可爱了吧！好，我们来一样滑葫芦。好，我快速去装杯水。Q 的声音。那我也快速去上个厕所好了。我也要好。我也要，我也要。好，那来跟大家聊天一下。好。好贴心，喵太。来了，我来想想看，一样画葫芦，龙喜儿来画动漫，所以是全部人刚好都去装水跟上厕所啊？对，因为他一直在跟感谢祭，然后再点饼干，其他人都站立了。我回来了，耶耶 ，I'm back。回来了，回来了哦！那我们来画动漫，画动漫。那我们动漫要定一个范围吗？还是动漫就好？嗯，他这个是要猜，就是要写。没有，一样画葫芦，从头到尾画。那没关系啊，考验你的记忆力。对，考验记忆力游戏。哦，那就先动漫。嗯，然后我们可以开 Google 搜寻。嗯嗯嗯。哦，好，那我准备好我的 Google， 我要准备一下 Google， 对对对，开好手机，要画什么？下一个，我来画这个好了，我知道我画什么了。可是你不要先画吗？对啊，我先画完，然后接下来看之后变怎样，所以我画很多次。你不会说是篮球吧？感觉后面应该还是会歪掉哎、欸，啊、那个动画会被应该最后会变篮球吧？我猜。我先来准备，所以我们没有主题，我们就是一个动画、动漫、动漫的主题。动漫吗？动漫，好，动漫、漫画都可以的意思。好 ，OK， 好，动漫，有分国家吗？就是应该是。就是自己没关系，没关系，自由。OK， 好，你也如果你自己出自己的漫画，你也可以画出来啊。我才学互画。嗯、哦，可以，可以，可以，好像蛮不错的。这样算动漫吗？是吧？直接工商一波，真的。我来看一下我哪一部有看的。我让我想一下，太多了是不是？想不太多了。
好，那你们好这样讲好像不对。我刚刚才跟你们讲说我看的超少的，然后还说对。看一下哦，突然瞬间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啊，不然这个好。我来画一个崩溃的表情。哦，苗太也算是二次元吗？才没有呢，你们认识的是真真实实的苗太，就是你们眼前这个，你们喜欢的那个苗太，嗯。我才不是二次元呢，嗯，喵太是假的，他是个卵，其实我是乙啦，我是乙的，假的乙的，乙的，再看谁要当丙。好，讲到流鼻水，笑鼠，好了吗？好了，好了，我已经想好我要干嘛了，动画的医药小牛，好，我也准备好了。耶！这个有时间限制吗？有，有，这个会越来越快哦。有时间限制，快点！哇，这就是快的那个嘛。对，我们俗称搞死下家系列就是这个。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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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本来想说，刚一开始让你们玩这个，醒来一下。太嗨了吧！所以真的要画一个场景。我以为场景没有，没有场景，没有场景。可以啊，动画里面的场景可以了。可以画场景啊。吓死，真的是搞死下家哎！阿摩，刚刚大家是说画那个动漫角色之类的，哦，动漫主题。哎，我还在吗？我还在，在，你还在，你还在，刚断线一下，吓一跳。状况超多，没事没事，水逆呀，水逆超惨的。你们猜得出来的话，聊天室可以大家看哦，猜一看这是什么？然后把我们聊天室，不要他画的是，不要练，你画的是，然后还刚好猜到，猜到，这么会猜，猜到变掉，变掉，哇，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要哪里怪怪的？但是好像也可以。哦，怎么办？我觉得我画的不像。好丑哦！对啊，我觉得我画这个会搞死下一家。我觉得我在我这一手就其实已经画崩溃了。这应该是游戏精髓吧？对啊，好快！你说搞垮下一家吗？对啊，为了我们的封面图，一定都会搞死下一家。好快就要搞死下一家了。我们感情不好吗？没事，感情太好了。对啊，要破坏一下，要破坏一下啦，平衡一下，平衡一下。耶！你画完了，你画完了，好快哦！你会被搞哎，你不再想一下吗？因为知道你不搞死别人，别人还是会搞死你吗？对啊，你想一下呢？我们是一个凶残的社会，你知道的。快点，今天对别人人事，你可以对自己残忍，来得及，还来得及，你可以按个编辑，快点再编一下。快！可是我觉得我画的作品，我应该你已经很有自信了，对不对？因为我哦，你们看懂了吗？太棒了，太棒了！哎、欸，等一下，我的网页怎么了？惨了惨了惨了，被 gank 了！等一下，哎呀，害入了！晚安。他直接给我看一下时间，好歪哦，时间还可以，好，那就去。我画好丑。我觉得没办法打草稿这件事情超难的。我们之前有人都会打草稿哎、欸，超猛的。对啊，嗯，都是用半透明度。罗斯、森森也会。森森哦，真的哦。我后来已经放弃了。罗毅也是吧？时间来不及这样子。所以一定会。完全无法。OK， 那我还是加速好了。啊，我觉得我用滑鼠画比较快。真的假的？哇，好猛！这个不是因为我用电绘笔的话，它会直接停在那个时间没办法画下去。这个真是大佬的发言。是，什么的魔化道大大。
两天。我看啊、哦，还有四分之一 ，OK， 再来就画头发就好了。都这样应该像吧？其他那。啊！我头画太低了，直接画不到上面，直接不知道猜出来是谁。又来不及了，是不行。噔噔噔噔噔。Oh my god！ 这是什么头发？我就画一颗头就好了，我画一颗头就好了。啊，来不及了。才第一张哎，后面会越来越短哦。糊掉哦。只能这样了。来画重点的东西就好，我觉得剩下不用细节画，就这样。我第二笔完全没有笔呀、啊，又没办法画。画眉差吗？好像是这样。一定没笔、啊。没笔呀、啊。他就是小画家的那个，也没有抖动修正，也没有抖动修正，没错，超酷，精髓已经画好了。你们看懂吗？这个啊、哦，有人看懂，边塔、嗯、好棒，都看不懂，才第一张哎、欸，怎么是你的啊？可以，还白痴哦、啊！天哪，什么动画？惨了，我真。我就照他的样子画好了。我对这动画不熟。喵哈，对不起。没关系，他只是会变篮球而已。我已经看过好几颗篮球了。那我先画篮球。可是他这次是一半的篮球哦。对，我要拍篮球了。等一下，我完全忘记他的长相了。啊，你这个该不会是那个吧？啊，我也忘了。完蛋了，这个为什么要画这个变化版的？哎、欸，我已经画完之后，我已经忘记这一步是什么了。哇，完全他好像完全变了。我决定要，这叫做什么？等，叫什么啊？哦，想不起来。我也突然想不起来。颜色原来可以调，我都不知道。可以，还可以调透明度。我知道可以调透明度，原来是可以调颜色。你的这个头发吧，然后。超大的，我觉得我像已经画成另外一个作品的角色了。没事，我刚才在说他没有办法用喷雾，没有办法用喷雾，可恶，喷枪啊，不是喷。是这样吗？刚错吗？我们时间快没了。就这样。哎、欸，对，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这样啊、对，他不是白啊，他不是白木，他是黑木，不是白木，你才白木，黑木，苗生你才白木，这样吧，这样应该都看懂了吧？这样吗？我就不上色，我就长这样，就这样可以了，可以了，好，请问他最快会多快啊？你想要知道十秒吧？十秒，对。你俩什么话？等一下哦。啪！我肯定错了吧？这个是假的。是用童年过两拳吗？那你什么？这是我知道那个人吗？等一下，这是被揍到吧？啊？被揍到，很失礼耶。没做到，我完全忘记刚刚那一场是什么。天哪！等一下，如果等一下有人讲说，等一下有人讲说这是什么动画，我很抱歉，不是说你被揍到，是那个人画的像被揍到。快笑一下，GG。这样子尴尬吧？我真的错塞！等一下，快到了，太快了！太快了！这种吗？大雷！又是什么？等一下，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那个秒数可以画的东西吧？就是也太少了吧？知道这个可是画不出来。哎、欸，我画过一次，这个人已经忘记怎么画。
噔噔噔噔，我已经不知道刚那一只是谁了。那你过来，我只记得这个。刚的颜色在哪里？颜色是眉毛吗？这里。啊！那你这是谁呀、啊？他有穿衣服的。可以了，可以了。啊，这个这个这个很明显，这很明显啊。这个啊啊，这个这个这个。这可以，这个绝对画得出来。嗯。对不起。大绝！我真的不知道刚才是什么角色，我忘记是怎么画的。没关系，没关系。对不起，就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没办法，我是这样。没办法，我是这样。哎，臭小张皮，还是画太像了。这是谁？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就是美国的那个。同龄人。哎，等一下，等一下，他长这样。越来越快，超快。哈哈哈哈哈！真的好像不是这个颜色，这是什么？要来一样的啦！那什么？那什么？刚那个什么？我竟然在看的时间也算了。对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以为还敢看那么久啊？看很久。我刚刚也是，我刚以为看的时间是没有算在里面的。有点快啊，就是。我记得他有流口水，就这样。是这样吗？完全不知道这是谁。好，这样。这是我怎么拖学员下巴了吧？对，这是欧美卡通，没有错。这个我倒看得出来。太拖学员下巴。结束了，惨了，我要先说抱歉，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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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天哪，画的好好好，我的天哪！对不起，你要在后面变怎样？哎，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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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到他，他戴佛，他有戴佛珠吗？对不起，他在脚上，也乱在脚上。哦，特色，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啊，佛珠在脚上，对，他应该是穿那个西，这个那个是什么啊？哈哈哈哈哈哈！太可爱了，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啊啊！这个，很抱歉，这个左边左边那个，我以为是传送门嘞。哦，那是 Pickle Rick。怎么发型变了？光遇玩太多了，不好意思。你要吃他一口？他的吐回来了，他的吐。他变年轻了。阿公变年轻了。我给打。没有带到插画二，插画，我以为那是传说门，插图二，哈哈哈哈哈，剪吧剪吧剪，哦，没事没事，四八的歌，哦，四八六，哦，画的很烂哎，我怎么没变哪一个中年大叔的感觉？是我的锅，是我的锅，他是学下巴吧？他是变。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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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以为是浴室角色，不一样角色，我以为是浴室主人。我以为是城之内，我以为也是城之内，去哪里？没关系，下巴都很尖，出血了，发色变了。四八六，你怎么了？四八六，四八六变尖下巴学院了。哦，那是这个吗？这是这个。哎，我有猜到哎。啊，我没有猜到哎，我想问那是什么？
他后来变一个超级厌世的狼哎、欸，后面已经不是狼了，哦，我以为是雪貂哎、欸，可爱，我怎么后面画到不是貂啊？突然别动，变成鱼是不是？怎么变这个蓝色呢？蓝色呢？蓝色去哪了？变龙了，变龙了，我怎么变龙了？哆啦 A 梦。哦，好帅哦！对啊，前面超帅的。原来，后面没有时间画了啦。对啊，后面就开始越来越潦草。佐助他那叫什么画？咒印。咒印二啊。我以为是他哥哥哎、欸。对啊，我也以为是、欸我猜不出来是谁、哦，我以为是叶盼呢。因为我看大家都带的那个，带那个，不然是哪家那个一拳超人带那个？什么是大哥哥？我把他画成幼了，为什么还要？我怎么又变小？还要变圆的，变圆的，整形过，整形过，削弱了，削弱了。我以为是幼。哈，预言真理、哦、啊，这个超可爱的！哎、欸，我要把品种换了、欸。我换到后面有点怪怪的，我也把品种换了。我忘记天竺鼠长什么样子。为什么？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哦。他的尾巴，他有动作。长得会歪吧？看得出来，可是没歪，我有对啊，嗯，看得出来。我说我不信，这个是完全没有歪掉的，超棒的。可其实我画的是警车、欸，哎，小蛮，原来是小蛮哦、喔，啊，他变什么了？我画不知道变什么，我很努力画小蛮，但时间不够。他都感觉要下巴也很尖的感觉，就要变尖下巴。哇，进了啦，很好哎、欸，我觉得没有歪。主题色在，主题色保持了。对，那橘色有保留。嗯，哇，这里我怎么好强哦？真的没有歪耶、欸。可是我觉得没有歪啊。对啊，小就是认得出来，好强哦。哦，厉害厉害，下去。什么东西？游戏三人娘？哦，不是，后面完全不知道是谁了。你要问下巴吧？你要问那个啊？画到吗？迪路啊？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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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他被揍的位置在改。我给你们看，为什么？什么智吗？为什么？他怎么又变这样了？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尖下巴？对啊，因为他只给我机什么？他直接变阿妈了。好笑哦！好烦躁。但我觉得米卡画的很好。对啊，怎么在 OC 的位置就改来改去的？我还以为是胎记耶。对啊，我以为也是。我想说，我写了哪个动画角色？我们玩三明治应该最后都会猜不到哎。可以来玩看看三明治是什么？三明治就是它有一点像那个、以前综艺节目的超级变变变，他会给第一个人主题，然后就比比比比手画脚，最后一个人猜，所以就最后第一个人出打字的题目，中间人画画画画画，最后一个人要猜题目是什么？哦，原来如此。哦，什么主题会比较好猜的？对啊，上段好了，笑什么？OK， 我想要看之前你知道宫崎骏有玩过什么主题？哈，繁星，你刚说什么？你知道宫崎骏？宫崎骏，可是宫崎骏你要打字讲出他的名字，总比猜动漫好吧？还是猜电影的那个名称就好了啊？电影名称可以耶，反正最后猜不中就乱猜啊。好啊，我要看电影啊。电影吗？我每个都是三明治的规则。电影主题。好、哦，这是电影主题。就是第一个人出主题，然后后面的人画，然后最后一个猜。哦，好，哎，你画就我，你画我猜，这样。就是主题画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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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猜。OK， 好。嗯、所以第一个是打字。狗面之刃。电影哦，电影。什么电影都可以。我们不要动漫的好了，真人电影。
啊，真人电影，真人电影哦，就想看《鬼灭之刃》真人版，加个真人版就好了。嗯，真人版电影吗？我已经想到我要干什么了。嗯，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哦，好想看。不要写字的哦，尽量不要写字哦。对，我猜我找一下那个电影长什么样子。我也要找一下。哎，可以是电影场景哦，就是反正就是电影场景都可以这样吗？电影名称，它的名称。名称第一个是打字嘛？啊，没有，我说之后如果要画的话，画的话就你交给你了，你自己想要怎么表达。完蛋，我现在还想不到我要画什么电影哎。哎，想一下哦。嗯，好，我 OK 啊，是嗯，啊，我还想玩你们一下，出这一题好了，反正不是我在画，可恶，不能老鼠，因为不能动画，对，老鼠，老鼠，不能动画哦，我想想看，真人电影，嗯。电影哦，好难哦，瞬间想不出来有什么。对，我觉得比较难的是等一下看到题目。上一次看电影是看什么电影，就出它就好了。我很久没有看电影了。那你刚好可以回想你上一次看的电影是什么？我昨天看的《不能画》我还真的忘记了。你昨天看的《不能画》？我昨天看的《不能画》。哦，想一下，那不然你就是 Google 直接打一个电影，它第一个出现图片就觉得那个，那就你们两个都建议，真的有。然后我给大家给一个建议的建议，谢谢。嗯，好，那就这样吧。等一下，那我们都 OK 了吗？第一题是打字哦。好，那电影主题三明治开始。OK， 电影主题嘛，对不对？电影。主题，白痴哦！出了一个不敢画的主题，不敢画是怎样？不敢画，鬼片啊！怕耶！我复制贴上，我结果那个我复制到我在打那个台规的东西，乖乖看台，不要乱，不要使乱头啊！哎，零三懂哦。啊，对对对，建议不要打加一、加二、加三，你们可以打。哦，这是什么？等一下，可以 Google 哦。好难哦。好，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等一下我看我查一下哦。然后不要打字，不要写字的，不要写字嘛，嗯。哇哦，这个。哦，我看过，可是我不会画，我要看图。耶、yeah。我也要看图。嗯 ，Oh my god。嗯。这个画得出来吗？我的天。我觉得我这个画完会被拆成另外一个。这个题目我画不好出现好几次。好专心。哎，我看一下哦。惨了，一直在看它长什么样子。哎，怎么一直画成尖下巴的感觉？你被我传染了吗？被影响，被影响。尖下巴的主题有这个电影吗？没有没有，但看他们以后有没有要翻拍，可能那个妆会画很久，哎，要叠很多那个，对啊，要叠很多那个什么美妆粘土还是什么的，这样应该有像吧？你看，现在有人已经完成了，好快哦！ Yeah, 是有多简单？帅欸，没事，他等下就完蛋了。因为现在都照着画而已，所以反而还好。对啊，第一个人反而比较辛苦，就是尽量准确一点，那后面好猜。完蛋了，没有啊，就搞死下一家就可以了。应该长这样吧。我们就拿看这个原法，这个绝对会被画成另外一个，没关系。好，哎，啊 no， 哎，怎么快？还好吧，我在画哎，可以了吧？我这个画应该很像了吧？这看起来有点像恐怖片吧？我说。
被我画像恐怖片，它明明是一个也蛮感人的电影。啊，没了。啊，什么？那看图也只有看一下下哦，要注意哦。哦，好。哎，欸，这个好厉害哟，哦！哇，我拿到了这个，长得像辣特里的蜘蛛。啊，我想想要从哪里画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就照着画。但我忘记它长什么样，我快把它画成恐龙了。天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连续两题都是同一个电影类型。是有人出同样同样的，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是类型很像。我们之前玩这个题目，直接撞三个一模一样的电影，太神了吧！哦，同一场吗？就是大家都在画那个叫什么哥吉拉跟那个大战金刚。哦。呀。三个哥吉拉大战金刚。把他下巴画带出去。好，这里有时间 Google， 我来修正一下。他把他画超胖的，小鼠啊，他哦，他本来就好像圆圆的。对啊，下巴被题目影响了。等一下每一个都尖下巴。成功洗脑了。他、啊，为什么都是的没有突破啊，不能用。搞点事喽！搞点事喽！就这样，期待。哦，等一下，大家的主题 是都很类似啊？没有啊，我目前画到都没有很类似。这是什么啊？这是啊？我大概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搞事喽！这是什么？我要确认一下，这个是什么？哇，查了！这个连查都没有什么根据可以查呀。对，你可以靠你的想象力。什么啊？哎呀，这用电绘笔真的难画。它会吗？不是，因为我的会直接变成 Ctrl， 对，啊，我的会卡，因为变成哈库模式。对，我会变成超级哈库模式。耶。Yeah。就是你稍微听一下，然后就变成我也不知道这个一点一个点就变成两只。哎，完了，我画完了，去查一下哦。我也要去查一下。我是有猜是不是那个，可是我看一下，哦，我看是不是。哎，对对对，你们说对了，没错。因为我刚刚打错字了，我打成另外一个字，我打成正常那个。哎，可恶！现在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仔细看。还有一半，还有一半，不知道，没看过，怎这样了？这样就差不多了，可以了，下一家加油。谢谢。我要先对不起我画我下一张的人。我觉得我画的都很认真，对不对？然后我们先帮他上个主色。哦，好可爱哟！啊，惨了，我不会画，我知道是什么，可是我不会画。我说，既然画不像，那就往可爱的地方走了。我也是。放弃，惨
了，他要怎么画出那个我不会把三次元画成二次元的吧。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鬼啊？我知道这个是什么，这好可爱哦。对不对？你抽到我的，对不对？我觉得我抽到蛮新的，好可爱哦！太会了吧？但这个好像有看过，这个好像有看过。我找一下，这应该不是我知道那个东西，不是两个字的电影，不是吧？不会吧？是喽？是吗？啊，对，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现在记得下一家。我就把它画成。好可爱哦。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我用我印象中的，欸，应该说我感觉的那一部。没关系，我们都凭印象。动作在画什么？因为不知道画什么，已经画好了。不知道怎么变得有点像木偶庄园。记得它是这个颜色，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但我先猜这个吧。可是它没有头发啊！小小梦魇，应该是这样吧？可以画个光晕吗？最近玩很凶哦。因为他手上拿的东西还有想点他。应该是我想的这部吧。阿娘喂哦。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但是先这样吧。这个有出，我不知道是剧电视剧还是电影，但是它有出。哦，看起来有点可怕。哈哈哈哈哈！太可爱了吧！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哦哦哦啊！我知道这个异形，但我忘记那个电影叫什么了。你讲出来。哦，这么恭喜，讲出来了。没有阿莫尔斯吗？哦，原来是阿莫尔斯。阿莫尔斯的。这是什么？叫什么啊？我决定去找一下。我已经忘记了。是没画完吗？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了，我也忘了。好，我只能对他有一点印象，猜他是这个东西。哎，嗯，打不出那个字呢。哦，有的有。Hello， 晚喵晚喵，晚上好。我觉得画这个应该就大家就认得出来是什么，所以我要画这个。哇，你们好多东西可以画。为什么我用吸管吸了之后颜色还是一样的？哇，那吸管很悲剧，不要用。哦，你要对很准哦，对啊，他那吸管太悲剧了。你要对的非常非常准，对的对，非常非常准，非常非常准，非常好难。啊，还是不能用水泥算了。水泥。水泥，解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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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腻腻，
妮妮，妮妮。好，就这样吗？好可爱、哦。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了。哈哈，你懂的。啊！我看懂了，看懂了，看懂了。啊，好可爱啊！我这个好强了吧？这是什么？真的好可爱、啊我好像，我好像知道，我好像知道。是时候来破坏它了。Oh my god！ 喂。哦。嗯。应该是这样。哦哦，等一下，电话板那个，那个，对呀、啊，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我决定凭印象了。这样吗？他刚是比这只手指头吗？哎、欸，他没有吗？他没有吗？我炸掉，我炸掉。画太大了。哦，是赞吗？哦，他其实比出嫩啊！我不知道你在画什么。你刚刚那个人画到我讲，我画成这样。等下我直接去查了。不对，这个叫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应该就这样吧，因为我已经看不出哪里有，我已经不知道它有什么特色了。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是这样子，颜色吧。下一个完成。噔噔噔噔噔噔。嗯嗯嗯嗯。噔噔噔噔噔！哦，时间快到喽。OK， 搞定。对啊，第一次画到还有时间可以在这边摇头晃脑。悠闲悠闲。对，悠闲悠闲。游刃有余。接下来是打字喽。对。一个时间喽。完了，我觉得。我会害别人歪。这是什么鬼啊？哦，终于画到一个我看得懂的了。是 low 的角色吗？哎、欸，这个好简单哦。我应该是这个吧？啊，这个我知道，这个知道。等下我找一下是不是这个名称。这什么？这什么？啊？这个吗？应该这个吧？应该是，应该是。那个 ghosting， 好惊讶，他是哪一个部首啊？哦，好，我随便猜一个，虽然我觉得一定是 OK， 好，我猜应该是这个。另外一个，你明天有猜到，这是童年，对，没有错，这是童年。啊、我猜错了，哎、啊，竟然，好，开始，带气了啦、哦，是什么呢？等一下我要说有、哦、说超多恐怖片的啦，没有哎、欸，没有啊，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很努力了，先道歉，先道歉，我很努力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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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轻轨，轻轨有出电影没错啦。因为从那么多恐怖片，对呀，我就想见我都看到前面，好像好像，到底是谁来不及画另外一颗眼睛啊？哎呀，真的好可爱哦！我有画到一颗眼睛的，可是我上一家也是这个，应该是最后一笔啦。是我。是我、啊，对不起。看，他连都没有另外一颗，要不要加他另外一颗？现在真的变得没有眼睛了，真的没有眼睛哦，完全没有眼睛啊！小丑女，小丑女，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反向detention。啊啊，这个很强，这个很强，哦哦，超赞的。啊！我画错了。
也太用心了吧！哇塞，我有交尾饭，我有交尾饭，我超费，从镜头而已，抱歉，对啊，哇塞，哇塞，点出来了，我想点蜡烛，我有交尾饭，我有交尾饭，外卖交尾饭，带上，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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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没有，我快回去了，真的吗？没有啊，反向。啊欸、我是怕通灵少女，对，通灵少女，通灵少女，不通不异形啊，这个完了。哦，所以我刚刚不小心讲出答案了，嗯，难怪，没关系啊，哦，没关系，我觉得我最后一定会歪哦，因为对不起是我，你是最后一道，没有，应该是没歪，真假的没歪吗？异形只要画出那个脑包的话，就很像，对，是我，我画的很，是我。很可爱，为什么有？为什么有？的好可爱、欸！哇，神雕很好哎、欸，好猛哦！吓我一点口。没关系，没关系，我猜对，你有猜对，太棒了，对对对，好厉害啊 ！Nice， 可爱，吹梦巨人回来。对不起，没事，这好，这超冷门。刚刚观众有说不是吹梦巨人，可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啦，所以才有两个，对，有两个名称，嗯嗯。等一下，等一下，我是兵长吗？是兵长吗？你有一个化妆奖了，直接歪的，超级歪。变一个电影了，直接超级歪啊！等一下，歪了歪了，那是巨人的，还真有对啊，有巨人啊，巨人两个字是对的。只对巨人，只对巨人。哦，是小丑、哦，是他吗？是小丑吗？是他吗？这个是他，这个是他 DC 的小丑啊，应该打 DC 的小丑。你这好像哦，所以是不一样的，哦、不同步哦。照伊藤润二的图哦，不一样不一样。对，可是大家画的都是 it 吧？对，这样的 OK 的，好可爱、哦，好可爱哦。有没有庄园？庄园，好可爱，好可爱的。为什么恐怖片都画那么可爱？他在跳舞，他在跳舞，他会跳跳舞。哈哈哈哈哈！小丑哭了，太欢乐了。芝麻官，什么？这个哎，九品芝麻官，惨了惨了，我猜的完全不是这个东西。我全都要那个啊！对啊。对，我还有辫子哦。是那个星星跑位置的呢？对对，星星跑变红了。这是谁？哇！已经变 Maggie 了吧？哎呀，真的耶，真的耶！那边马尾，哎、啊，把他的辫子不见了。巴雷，亚贝亚贝，来来来，你要在那个军官的讲话，你都是变。哇，好猛哦、喔！还可以猜东西，超猛！巧克力冒险工厂，有有，这个有香，有有，这个有歪，这个没有歪，这个没有歪，哦，太厉害了。哦哦哦，好像哦，真的是童年，真的是童年。嗯，哦、oh, ，对了，拐杖，威利旺卡，威利旺卡，威利旺卡，有，都还有画房子，少一只眼睛，为什么？没有眼睛，只有一只。哦，这好酷啊！还有填色哎，屌屌，酷哎，酷，竟然没歪哎。超没有歪巧克力冒险工厂，哇！你还是英文，你还打英文的，哇 ！International 复制贴上，怎么样？复制贴上了，哦，好棒哦！哇 ！Nice， 这歪这歪几个啊？歪两个吗？还是一个？应该几乎对，好像几乎没什么歪哦。对啊，大家太厉害了，大家都通灵大师，好厉害！来继续动画吧。好， 好，那我应该这个是最后一回了，来去忙了，嗯，好，你们可以继续，但我要先去忙。好，我想上厕所。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上个厕所。小主题吧，嗯，然后继续跟大家聊天。专业专业。我们来玩宝可梦如何动画？好、啊，可以，我带有图片就可以。好好，应该可以啦，反正就可以，因为它会照着描，应该还好。对，就照着描就好。等下看我们上次画的那个，哪一个？这还不错啊。
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记得两边都有画过，都还不错。嗯，那我要去找，爱的去偷找一下。这个啦，这个喵哈最屌。你都画超棒的。哦、白痴哦，贴错地方了啦！贴错地方，我贴错群了，白痴哦！赶快收回，收回，收回就没事。赶快收回，还是不能收回？可以。哎、欸，太好了！我想说，把里面人都ban掉，怎么里面的人会有这些贴图？是啊，是啊，来玩宝可梦的动画图。哇，我对宝可梦超级不熟了，我要把没关系，是少苗，你就对搜寻宝可梦就可以。好。哎、欸，这是什么主题啊？宝可梦，宝可梦，宝可梦。OK OK。那我找一下我要画什么宝可梦。好，我也来找。啊，我知道了，我画我刚好前几天画的。啊、哦，前几天画的。对，我们前几天 IG 有一个主题，就是大家，如果你是宝可梦，你是谁呢？哦，嗯，哎、欸，这样的话，我知道我有一只宝可梦跟我超像，那我画哪个？哦，好好好好好好好。臭你吗？不是。哎、欸，臭臭你很可爱好吗？比较大只的百变怪、欸，然后讲话臭跟身体臭不一样。哦，我小时候超喜欢这一只的，我要画它。那我要画这个，这个应该等一下大家就猜出来。它的本很多。嗯，该不是粉红色的吧？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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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不是绿色的吧？没有，不是。嗯，偷偷的跟他长很像。想一下，就跟我长得很像，什么绿色，什么粉红色。哦、然后本很多。可是我刚想要凑凑你。喵太的本也很多。对，喵太本、哦、没有啦。多、哦。顺便公上一下，十二月的时候会有喵太的28本本哦。哇哦！会有表里喵太本，到时候十二月 CWT 如果有的话就有啊，没有就是虾皮贩售这样子。嗯。哇哦！买爆 ，OK OK。想拥有喵太吗？想拥有喵太吗？一次带两只回家、哦。对，十二月 CWT。对 ，CWT 小智，小智他妈。你们打老婆了吗？小智算吗？好了好了，好，那我就来开始喽。他算呐、啊、！Oh my god！ 他是宝可梦的作品里的，对他也是宝可梦。我们天使长真是语出惊人呢、啊。请问小智是一种宝可梦吗？我觉得乒乓球大概是训练家。去吧，小智。去吧，小智。去吧，小智。给我扛起一个石头。我画面是尖尖脸的小智。啊！怎么是脸？开始。好。好。准备好了，是我记得他会这一招啊，太好笑了。可恶！我在画之前先让你们看小智使用高速移动。我什么啦？你们看他第四页，太像了，太好笑了，真的、啊。哦，白痴、欸！他就跟小刚说：“小智，我们使用高速移动这样。”不，他对小刚这样说。这部作品里面的都可以画吗？好烦哦、喔！小刚干嘛跟他一起啊？有人就画，有人就一起。超讨厌的发音发声，好好笑、喔。哎、欸，应该是这样画吧？其实我真的好少画神奇宝贝，嗯，画的不像，嗯。我神奇宝贝都画在这个游戏里了。我也是哎、欸。因为他找了以后大量绘制，太厉害了！这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哦，不行，看过但不知道，这样吗？神奇宝贝吗？不是吧？不是吧？小刚什么都会，而且他都闭着眼睛完成的，他也不是神奇宝贝吗？收服小刚吧，成为合格的小刚训练家。他会的能力超多的，很多啊，会去抵超多只的。哎、欸，他15岁，他所以呢，他会的很多哎、欸，合法的意思吗？15岁耶，他会开船，然后什么，然后热气球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都会。
哇哇，厉害！还会高速移动，移动而且当然会高速移动，还会高速移动。我好奇那个功能会用在哪里？高速移动的部分、欸、不好说吗？好说，会变阿斯巴的部分吗？要结束了，其实蛮快的，结束了，对啊，对啊，就这样吗？那应该看得出来吧？上色吧。嗯啊，待待待，忘记画一个东西，我一定会比真妈鸡难画。我也是哎、欸，好、啊，竟然。对，逆转逆住了。哎、欸，哎、欸，没办法涂填色哎、欸，哦，可恶，好可爱哦、啊，好可爱哦，是忘记画到尾巴。谁啦？出这个，我画到很腻耶、欸，他很气噗噗哎、欸，好好笑哦。啊，这好难。哇哦，那个，我要画两只。啊，有两只的吗？天哪，我忘记他怎么。谁那么失礼说这一只是第一路？哪里天娘？哪里天娘？他会变天下巴吗？我看他脸蛮下巴，我看他脸蛮圆的，但他很气噗噗。很气噗噗啊！失礼了。哦，那你有没有尾巴、啊？你拿到的应该是我画的。哦，真的？你自己画自己啊、哦？所以是你自己画的？对，我自己画。太好笑了！该搞事喽！对，我要让这一只迪路，不是不迪路，这一只神奇宝贝变不一样了。这一只迪路不是啊，不是迪路。你要让它变迪路、啊？不行不行不行，电绘本好难用哦，可是 FS 更难用啊。你说那它变迪路吗？我想一下，比较困难了。嗯，那首先要先长出头发，我试一下。长出头发，底部确定，底部已确定。咦，这只是什么啊？我们先让头发长一半，下一步交给另外一半。我要画生发水出来。生发水？没有。原来他施展技能之后头发就出来了，我们到最后一格都没有长出来。对，我知道最后一格都没有长出来吗？长不出来。长不出来。我忘记画到，我忘记画到眼睛了。阻碍发育。阻碍发育。阻碍发育。发育就一半。啊！怎么又是你？画个环好了。每次宝可梦都会出现他。OK。哦哦，超可爱哦！哦，好可爱。这个叫什么？我怎么忘记这只是什么了？我也不知道这只叫什么哎，这超可爱哦。这只是那个，等一下。好精气哦！天哪，在喝水吗？弄错颜色。你们知道这只叫什么吗？这只好可爱哦。好，照着画好了。哎、欸，所以你们板子，不，那个米卡板子怎么了？它就是。很难控制，它会突然停在那个原地，然后又突然卡一下，又卡一下。哦，接触不良。对，这种东西就重开机就好的问题。好生气哦。对啊，不好意思，我就是这个样子啊。哇，还是那个这个网页它不支援那一个绘图板板。哎，所以我才画这么强。不支援我的声音，哎。等下，那个好像跟那个网页没关系。不能迁怒哦。越画越愤怒，迁怒打妹打妹哦，打妹打妹打妹哟，还是去查一下好了。用平音箱在画，对啊，我这次是不知道叫什么，我看一下你们叫什么哦。棉袍 ，OK， 等一下我去搜寻看看。哎、欸，现在是可以讲这只神奇宝贝叫什么还是不行？
因为我们一样画符可以讲吗？应该可以。你看这只叫绵绵泡芙吗？哦，它进化很不可爱哦。真假的？对，所以我们要让它冻龄就对了。它就是小时候可爱，长大会被放生的那一种。绵绵泡芙吗？真的？你太悲伤了。好生气，我想再查一下这那一只叫什么？绵绵泡芙。绵绵泡芙进化。会被放生，然后后面刮胡放生，然后后面刮那后面还有那个关键字放生，放生。为什么他会被放生？那可爱啊，真假的？真假？你喜欢他进化的样子？我已经死都不让他进化了、欸。为什么？那你让他退化吗？变那个鲜胖胖甜泥吗？胖甜泥？这只是神奇宝贝吗？这是橘？这是？菊花长在前面吗？等一下，哎，我刚刚开始长了，等一下。嗨，晚喵晚喵。等一下，这不是那个小当家菜端出来的时候会飘出来的东西吗？你是大葱？有人出大葱鸭吗？完蛋，我有画面。什么？哪里口呀？这次真的没有什么头绪，我根本看不出来它是神奇宝贝。我也不知道这一只是什么。他太生气了，不行。那他很宝贝，太生气，生气宝贝，生气宝贝，生气宝贝，你也太容易戳到手里，谐音也太好笑了吧？你要知道吗？我们身为创作者。我们就是平时压力太大，真的，不要哭，可以哭，不要哭，笑死！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所以我乱画。这是鼻子吗？期待。你们猜得出来这是什么吗？长得很像长苔藓的石头。我想知道。我画到手一直在抖，卡没后，我帮他画个，这应该是头发。这后面变阿斯巴图哦，真假的？有点期待。阿斯巴，哦哦哦哦，我就把他这个该开洞的地方开起来。那的洞会被放入吗？嗯，但应该会撞到。那你可以那你可以那你可以可以那你可以那你可以那你到底是什么？来我给你看。这是火球鼠，真假的？不像啊。崩溃耶、哦、原来那叫火球鼠哦。不是吗？这是火球鼠吗？对啊，这真的是少了什么。哦，原来这一只啊！为什么有两只？为什么有两只？第五张而已，怎么办？这个好好笑，在吐水。哦，哎呀，我好像画过它哎，怎么会有两只？你要给它一点冲力。哦，我想起来了，我每次在抓它的时候，觉得哎，这是喵太啊。你说那一只吗？你说那一只吗？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对？像不像？会变 R 十八的那一个吗？你说我本人还是说那一只？神奇宝贝。啊，那只真的很像哎、欸，那时候是被朋友说的，因为我真的对神奇宝贝真的一窍不通。嗯，它常出现在我家附近。Oh my god！ 那我应该很爱繁星吧？我说那一只神奇宝贝，我每次抓起来就放生了，我应该是不爱你啦。我直接把它变成糖果了。难过难过，哭了哭了。牛。长这样吗？这样子感觉可以哦。你呢？噔噔噔噔噔，嗯，晚喵，晚喵，晚喵。长大后就不要了。嗯，长大就不要了。伊拉呢？伊拉呢？是那一只吗？太香了吧！
是这样吗？让他呛到。啊，我忘记换他的头了。雷声发射是哪一题啊？我不知道哎、欸。那应该没有画到，就是没有被画吧。现在还有两个人在看我的频道、欸、我频道没有别人的声音哦。这是什 么、哦、有了是什么、哦、有看出来看出来哦，我知道这只可是我不知道它名字，不管是谁搞这件事情的我喜欢。I like it。 真的很像，真的很像喵太、欸、他变十八家了吗？所以他变成 R18 的吗？还是没有？天哪！我们的 R18 就决定交给森森了。我吗？可以的。他本身就已经有 R18 了，可是就是不是。所以喵太本身就是 R18。 本质吗？不是 L 那一部分。哦，期待了一下，没有。这是新的部分，这真的能播吗？等一下，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你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很难说哎，这个。我让它膨胀一下。很认真作画。我今天手真的好抖啊，紧张哦。不要紧张，真的太紧张了。第一次的时候特别紧张，之后就会习惯的。我现在在让它膨胀啊，所以有点紧张，画不好。膨胀，第一次画膨胀的感觉。哈哈哈哈哈替身攻击，原来这是个那个泡芙、哦、我已经看不出来了。好，可以可以。如果他一翻身就被鸦片了。我在讲他其实没尾巴哦。是什么、欸、哇，这是，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刚刚有画到它怎么变这样。这个画工应该是迪路画的。宝可梦应该是迪路。我在台上看一下。我要怎么画？我没有头绪，我没有头绪，这是什么？不要太，你猜到了，那个不是我，可是会造成那样，我有一部分的责任。我这只火球鼠已经从情况成算了。我让它膨胀的意思吗？从糟糕变成难以理解。我让它膨胀了。难以形容。我让它膨胀。怎么会有一只可以膨胀的东西？不管怎样，先让它膨胀，因为下一幕感觉它就会爆掉，所以先画膨胀再说。这是什么？不是，还是被放生比较好吧？放生？你放生就会变这样子哦。被玩坏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啦？其实我不知道这一只是什么哎、欸，它的颜色跟喵太好像了。对，就是看到那个，就是看到就是以为是。我现在是画了一个跟迪路好像啊。那你找到了？你手中那只是胖丁吗？他
快要不是胖丁了，快要不是。那一只你说配色很像，那一只叫毛幼展。哦哦，怎么办？我把它画成可爱的东西。太感谢了，突然。我不会相信你所谓的可爱。不是，我真的。这次相信我了，你说是喵太自己来的可爱吧？尖尖的部分吗？哦、喵花好会，我会称赞人。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等一下，这样我这样被心结，我被心结。不合不合，我被心结嘞。哇，下一家加油啊！应该这是最后吗？还有吗？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吗？一张结尾。哇，这什么东西、啊？什么？我画到迪路了。这什么？等一下，我什么东西啦？他好可怜哦。他好可怜哦，这什么？这什么？等一下，我家猫在咬我。我家猫好多，走开啦！他觉得害怕，先咬。我已经把我们家猫关在另外一间了。这个东西真的好可怜哦。对不对？被放生比较好，对不对？你看，我的良心难得隐隐作痛，我觉得他好可怜。你看，就是遇到不良事主就会变这样子。可怜啊！怎么会这样？天哪！我要拿他爆发！哦，他感觉到要哭了。他已经没有自己，可以让他变成两半。啊！有什么建议？变两半。已经我拿到的这一只，它已经变成两半了，好吧？这小家伙是谁？他好可怜，到底经历了什么？应该是泡芙那一只，可怜的浪浪，泡芙那一只吧？哦、oh, ，Oh my god， 他是那一只哦 ，Oh my god， 我不知道。我拿到他的时候，他还没有两半。好，就是我的节奏了，等一下。哇，可怜的可怜的孩子。好像在画小朋友图一样，真糟糕 ！Oh my god， 好爽啊！艺术，艺术，这是翅膀吗？就是爆炸，真的爆炸了，爆炸！我拿展翅高飞，嗯，好。Oh my god， 哎，然后画东西，哦，快好了，快快到了，快到了！好可怜哦，好可怜。他开送没？怎么会这样？他跑去打篮球是不是？怎么又有篮球啊？开送啊！打篮球啊！Oh my god！ 有人说我们这应该要叫猎奇宝贝、啊，没了，各位。猎奇宝贝，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来，我们来看我们的猎奇宝贝，来开始。猎奇宝贝。哦，你看你这么正常吗？哎、欸，好可爱哦、喔。一开始是这样吗？要把水喝光了。哇塞，太可爱了。哈哈哈！好低劣。哈哈哈！喝水，喝进去的意义在哪里？哦，呛到了，呛到了！他说进去又吐出来啊！他才是水系神奇宝贝吧？呛到了吗？抱歉。那我的权益在哪？笑死！怎么越来越多了？怎么比那原本还多？是水系的，是水系。那悠悠手手拿掉了。Oh my god！ 啊，我去存到。啊，我存到了。啊，你太好了。就这只，宝宝的，逐渐迪路化，逐渐，还好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哇，太可怜了，他看起来好生气，为什么？哦，还要转圈圈，哎，下坠了，下坠了，下坠了，什么？好可爱，好可爱！那个速度线是代表我的歌声是用嘶吼的，像重金属。你那个是什么？是什么东西？下巴？是下巴吗？我想说，手下面有东西跳出去了。我要被踢走。这只是公的吧？公的。吓一跳，吓一跳！我被吸走。
啊，猫又展，我真的画的可好可爱哦。喵太展，它为什么有团子？有团子就要放嘴巴里面，不是吗？哦，吃掉了，吃掉了。等一下，别提了，等一下。啊，夜空座，我还以为他是他男子会冲出来的东西。啊，那怎么这边呢？他卡没后了，他这边变得好惨哦。Oh my gosh！ 他每次来都要爆炸，他跟出去了。夜空座。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新生命诞生了，新生命。谢谢你，什么什么？什么乱命？恭喜新生命！恭喜！哇哇！恭喜新生命！恭喜哦！怎么这样？反正要生出来了。What's this？ Oh my god！ 他原本这么可爱哦。哎、后面怎么了？后面我不好说。好可爱哦！哎，难怪猜不，难怪猜不出火球鼠。他怎么会变成火球鼠的？等一下。哈？哈哈哈哈哈！这是眼睛，这是眼睛了吧？哈哈！他是射了什么东西？这我的东西能不能播？哈哈，他是喷射火箭哎、欸！哎呀、欸，他冲出去了，冲出去了！好棒哦！哇、哦，哎呀，好有哎！冲出去了！哦，迪迦布，太神了吧！好酷哦！真的好神哦！那你哥真的哎，真很可爱！快点！他是谁呀、啊？请纪念他。绵绵泡芙啊！哦，他是绵绵泡。但可是那个进化就不要的。我来看看，为什么看越来越邪恶了？对。哇啊，他好可爱哦！你要捏他的脸颊的意思哦 ？Oh my god！ No， don't do this， don't do this！ Oh my go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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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对不起，宝贝，我急了，好了吧？天哪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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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还是进化好了，还是进化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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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好厉害哦！哦，叫什么？跟你跟我画一样的哎，基拉奇吗？对啊，基拉奇。哦。怎么变成肌肉？变得有点颓废样子。哎，这个肌肉都要发功了。我画到的时候已经变这样了呢。有他错了。魔化的，魔化，魔化 ！Oh my god！ 哇，这肌肉好棒！Oh my god！ 人家好吧，很棒呢。有人说肌拉奇啦，很厉害耶！肌肉的肌，肌肉的肌，肌肉的肌，肌拉奇，好厉害哦 ！Oh my gosh！ Oh my god！ 两只，他是睡醒了是不是？睡醒。又睡回去了，对对，嗯，熟睡熟睡。哎、欸，他会不会是唯一一个没有人搞的？等一下，我要跳舞。哎、欸，有，他跳舞。咖啡虫好像越来越远了，我操，随便一朵了，哎，随便进进去了。啊！跳跳跳！
Oh no！ 跳进去，我跳进去，跳水哦，跳进去，他跳水呢，跳进去了，一身锈，嗯，肌肉的肌，啊，所以哎、欸，所以彪太他是先走了吗？感谢超级留言，欸、感谢170块，关麦了，应该是 Heart Fitch， 感谢。Oh my god！ 我刚刚、欸、你刚才在自嗨吗？对，你在自嗨。我想说要问吗？还是等结束再问好了。哇！可是刚刚所有话题都有对象，真的太诡异了。没有很奇怪的地方。你的画面，你大概你好像从第一题以后就不见了。因为我想说我去跟他们聊聊天哦，然后就是啊，真的就忘记回来了。哦，我以为你去忙了，我想说，哎、欸，你去忙了吗？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就在你们身边，但你们却没有感受到我。还说话题还有对象，太可怕了吧？好啦，那我要先离开了，感谢你们，好，谢谢喵太，谢谢喵太，耶，拜拜，谢谢喵太，拜。那其他人还可以继续吗？我应该也要休息，可以，我可以。好，那要休息的可以看一下我刚贴的。好，我啦，要先散。我杨根，杨根，喵太，还有没有杨？好，那我应该也要，我应该也要散。好，那我先把你们擦擦掉哦。好，拜拜，好，拜拜，感谢，拜，溢出玩家，太气了吧？溢出玩家，喵太 ，OK， 我六。为什么小刚跟四五五个人，五个人？五个人的动画不知道会长怎么样。五个人的动画，小智不是还有一次是举起木桩往前丢吗？为了救一只落海的。会，你可以待很久吗？还是可能在一两场？嗯，我吗？我在一两场。哦，一两场差不多啦，就是也快四点了。因为我在想，因为我们人少，说不定我们可以开电影。电影、啊、那是什么？那什么？你说那是就是刚刚的动画时间，然后不赶时间，但是你要画两次。嗯，画两次哦，一样动画，可是你同一张图要画两次，是吗？对，因为现在我们是五个人，所以从头到尾会画到十张图，就加起来乘以二，就一个人会画两次。可是他可以双倍稿试哎，哇哦！对啊，所以我想来试试看，因为人少可以玩玩看。好，可以啊 ，try it。好，那我们要玩什么主题嘞 ？Double 稿试。嗯，我想想看。嗯 ，double 搞事主题 ，double 搞事，想看还是大家都画自己的人设？自己的人设好像可以，好啊，那我很快就结束了哦。哦，我也很快就结束了，我也很快哦，很快就结束了。对好对好，我有另外一个设定哦。我想看，不然还是设定最复杂应该是米卡。好可怜，没有 DU 也很复杂、欸啊。对，米卡头上的几个，我又觉得东西就要画很久。我想想看，不然画个童年的东西，童年卡通，童年童年卡通啊，就把 Q 版画，比较方便动它。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很精彩。你在你的童年，好、啊、好。好就来画一个经典的东西好了，可以可以。啊，点呢？好，我先想好了，想。好，我已经想好我要画什么。好，你们都 OK 了吗？嗯 ，Yes。童年的嘛，童年的。孩子，我突然想到，他其实没限时间，我可以直接。对啊。哦。啊，他第一个是哪次哦？忘了，可恶。反正他可以那个 Google。他打什么？你要不要让他做一个动作啊？不然没有动作方向，还是怎样？都也是可以。对啊。就那个人在做什么事吗？好，简单一点的了，不要搞你们。我的童年图好了，
耶、我小时候喜欢玩的游戏，碎啦。完蛋了，我终于搞到自己。这什么？我是英文。这什么？这什么东西？等一下，那你搞嘞？那你搞嘞？我 Google 我得到东西吗？啊！一定是皮卡丘的。啊！原来是童年游戏哦。是游戏哦。我画到的是字哎、欸。它、啊、不限时间的。哎、欸欸，我出的是童年游戏，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关系没关系。我只是我现在在研究那个动作到底要怎么画。米卡救我，一定是你出的，一定是你出的，因为你很爱这个，你之前跟我讲过。哎、欸、嘿嘿，那我大概知道、我大概知道米卡出什么了。哎、欸、OK 哦 ，OK 哦，你们，哎、欸，那你们一定会画到哎、欸。你也会画到啊！你也会画到，你也会画到哦，没关系、啊，我很开心。哎、欸，左上角变了，变十张哎、欸。对啊对啊，因为我们五个人，欸、他可以。我们上次不是十？哦，我想用会画十六张。因为我们是八个人，所以我才说上次没办法玩。我们上次画十六张，真的快死掉了。哦，好好笑的。那个就是人少可以玩一下。嗯，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去看影片了。好。你是说你画完了要去看影片是不是？不是，我要去看影片怎么画了。你说画太快，我去看，我去补番喽。我去看，我去补番喽，拜拜。也太快了，没，太快了，太快了。不会手势啊，我要直接画第一个看到的动作，下一个人加油。不行，电绘板这么难用，怎么画啊？等一下。天哪，辛苦了。你把 Q 版画。不想上色欸、可以 Q 版也行。好认真画、哦，我也感受到大家的认真了。我都有手势啊，手势，嘿嘿嘿嘿，米卡，我已经忘记为什么当时会跟你聊到这一个，我记得有印象，我们好像我们聊很多东西耶，其实，对，也能画好了，很快哦，手势是 unlock 的手势吗？对，哎哎哎哎，真的够狠，哦。这不是动画吗？对啊，对啊。我要画背景吗？要的话，我可以再画。对啊，画背景，你等一下搞到自己还要再画一次背景。对。哦、没事啊。哇，要死一起。其实他这个用拉线的就可以了。嗯。我都会哼这首歌哎。那个小游戏啊，居然有歌！我去看影片好了。接到，结果你跑去看影片了。我想看说他下一步能干嘛。不偏大，不偏大。我记得我们玩这个，好像玩到后面，大家都要定时间。哦，对，要不要？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十张，应该还好。先看看，真的太久了哈。不是，我只是想播那个歌而已。哒哒。哦。
下巴没有变长，好，应观众要求变长。我好了，我也是。啊，该给你们压力啊，这好难啊。关起来了，没有关起来了。怎么又是那个音效？那个。笑死。你真的可以画好细哦。耶、yeah, 下巴长长、哦、剩两个人，剩一个人，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要不要压力来自其他人？我现在压力山大，压力山大，压力山大，压力压力山竹，你看，压力压力山竹，压力压力山竹，压力山竹。没关系，我陪你，我再修改一下。我觉得这个眼睛不够 bling。好，尖下巴，bling 的眼神。你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你能这样了？叮叮叮！为什么各种音效？OK， Mika。OK OK OK OK， 哇塞，屁嘞！是什么？哦，可以可以，不是说要跑起来吗？怎么是在地上啊？是什么？哇塞，你要查一下他的步骤。哦，太棒了，我查到一个步骤了。这什么跑啊？我怎么让他跑起来呀、啊？这什么啦？吼，爬的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要画动图的意思。对，对啊，跟刚刚一样，对，跟刚刚一样，慢慢画就会变精细版的动图。酷，可是什么啊？我画的很不细。有他在地上怎么跑啦？哈哈，谁刚画尖下巴的？国民男孩，有一个人。国民男孩，哎呀，上下巴跑起来是不是啦？第一次听到繁星这么崩溃，他到底是做什么？可以射子弹啊！连繁星都无法处理的图，国民男孩，国民男孩，因为他画的连脚都没有啊，怎么跑、啊？用下巴走路，对我打算这样子，笑死，我们都会画到哎、欸，居居应该只会画到一张，因为那是我出的。咦、欸，要干嘛？你这个哦，没有看过这个哎、欸，我猜你抽到米卡出的。没有，米卡在我手上，我猜你抽的不是的。哎哎哎，我好期待你们画出来的。不要期待，啊、就没有伤害。对，我现在很怕我把你的童年神作画崩。没关系，没事的。等一下你会不会来个尖下巴？我现在有点担心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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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敢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听到一路拿起橡皮擦的声音。嗯，本来没有画尖下巴的，既然你都这样讲了，我惨。那个尖松下巴如何？Double， 哇，松下巴，佛朗机，他是屁股屁股下巴，屁股屁股下巴，
Minster。好了，我只能这样子救了，下一帮加油。天哪！哇，这个人画的好好哦。到底什么卡通为什么会拿枪啊？拿枪？很多啊。我没有碰到枪吗？很多很多啊。而且他看起来很校园。可能是我的。耶、yeah, 好的。哦、这太难了。好了，我好了，好快，很快，耶、yeah ！下一家崩溃，这张很难画哦。我的感觉也很难画。你们都画完了？画完了。你怎么那么快啊？等一下。哎、欸，你、哦、可速度已经，你画图速度已经算快的耶。不行，因为它有上色，你们知道吗？这个我这个也有上色，我只有滑鼠。你是先抽到难的，然后你是滑鼠了。滑鼠的话真的有差了，哦、滑鼠只能慢慢来了。然后他先抽到难的，嗯，他不是难，他不是难的。但是，哎、欸，但他是男的，哎、欸，他是男的。你说男的、女的那个男的吗？男的、女的那个男，还是那个男的男？是困难，还是男的容易的那个男？难上加难，哦哦哦、我都是困难的。难上加难，我都念难难。我都念难难。难难东，直男。难难东。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哟。一下，你卡，对不起。看滑鼠画好厉害，没有画得很烂，也没有。这是米卡的滑鼠的不咕不咕不咕的声音。我的滑鼠声好像也蛮大声的。嗯。OK OK。OK OK。啊，好好好好，就这样。哇！哦，画到那个了，很好哎。哇！哦。哇，好细哦。这叫什么？这是什么？它上面应该会写吧？没有，然后要写。哎、欸，哎、欸、我哎、欸，我的有写字啊，我的也有写。反正是抽到歪了吧？不不不不不，他是直接念出台词。那应该是我的。哦，什么啊？这怎么？我刚刚是想海派甜心啊。还有，太多，Oh my god， 太多了吧？差太多。这个真的是多画几个训练动画能力耶，真的哎！我这画完画就开始出多画动画了，辅导级游戏这第一路出的吧？哎，是吗？辅导级游戏，我的名称不是打那个的时候。啊，是某个辅导级游戏，这个游戏是辅导级的吗？就，
为什么？快把它换哆啦 A 梦。那到底是什么啊？那个游戏是限制级吧？我真的想到，我觉得是，我也觉得是限制级呢。对啊，真假的，我没有看过的。它是我童年阴影之一。阴影、哦，我目前还没抽到它，我怕。可是它也是，它后来我长大之后再玩，我就觉得呵呵呵，好好笑，都死光了。都死光。他是都是小时候玩那个 Flash 游戏时期的那一种游戏，然后挺暴力的，说实在的。以前好像也很流行那种的，因为没什么可以玩啊，一定会一定会玩到那种东西。对，就是看起来还好。对啊，很像小时候看快乐树朋友觉得很害怕，都长大看就是哈哈哈哈。对，真的，长大看觉得很好笑。哦，我画到一个不是用脚跑起来的东西。我跟你讲，他第一张图根本没有脚，就是那一张。哦哦 ，OK OK， 你要想到我怎么看得到？ごめんなさい。可是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就是他的标志性都留着了。太了，我画了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加动作。枪击哟，好吗？那我就你是连续画到枪的，已经跟枪很有缘了。对，连续两次。大家的童年到底是多血腥什么、啊？我们长得这么健康，一定很棒。那个什么，那个，哎，真的是太惊悚。感觉这只角色都在银魂出现。银魂？对啊，因为它歪成这样子，都在银魂出现。我突然觉得很可怕。反正等一下都会画到嘛，等一下讲出来就好。我很期待了。Oh no！ 哦，旁边的广告一直在放牛排的照片，好饿哦！好好哦！他在诱拐你。对，总统级牛排，总统级，哦、总统级，是总统级娃娃的级吗？美国顶级雪花翼版牛排，他还会换照片呢！哇！这个时候太罪恶了。巨无霸霜降牛排，你是要死找我们一起死是不是？对，我在想说他会不会有语音侦测，然后你们念念念，然后待会就出现牛排了。我桌上有外送的东西。很香，你可以先吃啊，没关系啊。色啊！吃播，该死的蚊子！我还没吃东西，你就可以吃我血。我都没吃了，你吃屁啊！他就说：“我肚子里有小孩要养，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放他一次。然后偷戳广告，让我想起来了，是甜心。我说，可是刚刚有人已经讲了，甜心，海派甜心啊，海派甜心，哦，甜心，甜心，变变甜心，把前面两个字给消音，然后变海派甜心，哦，这是变变甜心，然后观众打二了，我已经连画两张变身了，这样，
没事没事，童年就是要变身，变起来。童年真的很会变身欸，对啊，真的欸，哇，一定要变身，没变身我可是不看的哦，没有变身我可是不看的哦。我现在画这只没有变身欸，但是他会拿枪，他应该是重生过的吧，他只是拿着枪而已，我的是重生的。哎、欸，对耶，对不起，是不是剩我？对啊，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哇，这什么？哇，好棒哦！为什么变成这样？哦 ，That's great！ 哦，大家的童年跟我童年好像不太一样耶，糟糕！哦，这就是迪路出的那一个哦，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哎，这绝对不是童年。只有我的童年是那个吗？不是，因为你的游戏吧？你是出游戏啊？哦、oh,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哎、欸，所以我该给他做什么动作？他怎么变胖了、啊？这到底是我刚刚一直在做一个动作，想说怎么没反应？我在按我的花束滚轮放大画面。我刚才也想放大。那下一步应该是这个画面了吧？太多。我想把后面都擦掉、哦，好碍，好碍事哦。等下有背景。对啊。哦。你要把背景全部擦掉。我不需要。我想说上一张图。我不需要。妨碍到你吗？上一个人。你的那一。完全不需要。因为他下一个画面不需要。没看过这个。哎、欸，这角色在游戏里长什么样子？我找不到他。哦，我找到了。他为什么穿红色丁字裤、啊？哈？哈？哈？等一下，到底有几个人？怎么谁穿红色？哈，我印象里，我印象里他没有，他没有到裤子吧？不是红色丁字裤啊！我真的很惊恐，原来是跟我们画这张一样惊恐。我好想要移动它哦！我也是，我也是，画歪了，我要移动它、哦。对，算了，就这样。好好笑哦！这到底是……看你们看不出来这个东西啊？啊，下一个画面是这个啊。他这个擦不会擦掉哦。真的哎，贴心哦！这边下家加油！
哦不，我的糖醋酱变成韩国的了，那味道变了，天哪！我的是蚵仔米线，蚵仔米线，蚵仔米线，它现在已经糊成一团了，好可怕！你要赶快吃，没关系。先让这个角色变身。我刚在偷回赖，然后我赖点到那个有声图，然后我的这边就出现了奇怪的音效。那个不想上班。哎呦，来找看看。路人那个。对啊。喵花的话应该都看他播的吧？啊，对，刚刚这是他。可爱教主。该吵我观众。你有生贴图吗？到底是要解锁什么啊？这个我好累。啊，对啦，应该画那个，来不及了。So, yeah.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那我们现在还是有五张吗？还有五张要画。对，左上角是还有五张。好的。哦。哇。好了，好多张，准备了。好耶！好，开始了。哇，这个，哦，太精细了吧！他怎么？哇！我的童年小可爱，他喷血了！月光真的加在哪里？什么？等一下，他怎么变成？他怎么变成两边有头发？这个哦，这个感觉是有爱的哦。有爱观瞻吗？有爱观瞻啊！笑死了，我是很喜欢这个动画的。画的也太好了吧？这到底怎么可能画的这么好啊？这样吗？先生，哎，我去找一下。啊，看懂了，我重画了，不好意思。天哪，这一定要涂色吗？等一下，为什么突然找不到？等一下呢？他死掉了！好好好。啊，他有手吗？他没有手吧？喵哈，你那张我有画出手哦。可是我这里没有手呢。原来到那边已经没有手了。你没有手了。我有画到。我帮他加个小手手好了。惊悚。只能跟着画了。
哦，原来你是手哦。等一下，可是我头发已经出界了嘞。哇，好怀念哦。怀念以前变，怀念以前变身的样子吗？怀念的是以前看卡通的时候，还有跟他一起喊你，一起变身。对，可是只有他变身了，只有他变身了。很气。以前都很羡慕他的子弹不用钱哎，我觉得哦，去地上就可以捡到好几颗那个空弹之类的。站里去拿个东西 ，OK， 赶快开始。猫咪赶快，猫咪，猫咪，没有，这是真的是闹钟，这是我的闹钟了，不好意思。哦，我要左右音效，好精彩，哒哒，大家都有自带音效。Oh my god！ 现在才两个， oh、god, 现在才两个，太大声了，太大声，好紧张，不好意思。等一下啦，不要吵。居然我还赶上耶、yeah. 我还真的刚好赶上好什么东西看不懂的啦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哪里搞的所以咧下一步要干嘛哦我大概知道我看懂了皮皮卡求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我可以给你我要恶搞他我不管了我看不懂这个月光仙子这个月光仙子他怎么了回到你那里了是不是回到你那里有些就是你们我们刚刚画第二哎、欸、第一章第一章嗯想想看哦怎样绕一圈了吗好像是哎、欸对啊，就一个人画两次，出题的人画一次，然后那个其他都是两次。嗯，我的角色也绕一圈了，旋转绕一圈。你是说那个吗？哦，我走一圈。现在到底不知道他是要往左还是往右？哇，哦，这好难哦！谁出的啦？我生气。是没有左边的图啊，老子气。哎、欸，我觉得那个月光之子，我想给他看那个解析度高版本，感觉会很好笑。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他这个生物，这个是手还是鼻子。而且竟然还看，竟然出来月光仙子，耶、yeah, ，好了，啊，等一下，大家加油！我快速结束，我快速结束。
感觉蛮可爱的，可是左手才有枪吗？好像右手也可以啊。哦哦，嗯，滑鼠，气死我了。滑鼠也，滑鼠也不行了吗？滑鼠也不行了，必须。开大绝。怎么会崩成这样？我也不知道。发什么？月光仙子，你怎么了？变身到一半被打就会变这样，有没有？只变到头的部分就被打了。你干嘛？太有画面了。因为我以前都觉得，为什么他们在变身的时候都不会被攻击啊？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动画，他曾经有吐槽过这一段，然后可是我忘记了什么。他是一个火柴人的机器人，然后是黄金色的，然后那机器人他都是火柴大小，然后反正要遇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会变大，然后就有人在他趁他变敌人在趁他变身的时候，从那变身的途中去攻击他。但那一部我忘记叫什么，就这样还合理啊？对啊，看打关键字找不找得到。然后变身到一机器人，直接攻击就 EMB。哎，不是火柴，那叫什么？哎，打火机。哦，你是说那只啊？黄金战士。对对，黄金战士。他就叫黄金战士。他就有一集，我就记得他在变身的时候就是被攻击。好好笑、哦。黄金战士，我查一下。他就是一个打火机啊，会变成打火机、啊，变成几百倍大的金，然后你们打架。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变成几百倍大是吗？忘了，因为那毕竟是小时候看的片段。但我有印象，那就是大家都在吐槽为什么大家不爱变身的时候，那一部是我曾经看过他在变身时被打。对吗？我没有看过这一部哎、欸，这部啊，蛮有年代的，惊吓吓的。到一半直接打下去，这才合理啊！的啊，《黄金战士》这一部是多少？1981年，我记得是我1981啊，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幼稚园在看的、欸，因为这日本是1981播了，台湾不知道是哦，完全那台湾没有写，那开播的时候我还不存在，me too。有哎、欸。哎、欸，他台湾开播的时间我也不存在哎、欸，为什么会看过？哎、欸，还是电视上有重播，或者是有影带。台湾第一次播的时间是1986年。啊，哦，1986，有没有？那时候就很喜欢那边开打火机，看到会不会变身之类的。对，然后小时候手就是那个打火机拿反了。然后我的拇指那个手掌就被烧到 ，Oh my god！ 就还好小时候的那个代谢很快，没有留疤。哇、欸，讲到小时候那疤，我到现在脚上还有一个踩到铅笔，然后铅笔的痕迹在里面。没办法，那个不是代谢，对，那个墨代谢不掉。对啊，好痛哦！你只要曾经有铅笔的那个笔的痕迹进到身体里面，它就会跟你一辈子、嗯。我有。所以你们那些告白的，就拿笔去戳你们对方，这是我的三毛孩子，永远在他身体里。对，好病娇哦，好病娇、哦嗯。你听起来很喜欢。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喜欢，不是这种语调，喜欢是这样、嗯。你手上有字都多这么多，这都是我的曾经爱过的。天啊！同学会的时候，大家都会靠近你，还记得吗？还记得吗？这个是我的点，在你的身体里，这一颗是哦，跟刺青一样，永远烙印在那边。好惊悚哦 ！Oh my god！ Oh my god. 然后下一任说，我要帮你刺一个新的，盖过他的痕。这至少比割完好了、啊，有没有？我小时候校花校草的手都是。Oh my god！ 你看到他手一条条，还以为他长一整排手毛。爱慕者过多。Oh my god！ 我小时候是有上课的时候，就是不小心把笔芯戳到我的那个手掌里面，就是表皮。Oh,
然后那时候就是不小心坐进去，然后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举手，然后我们那堂的上课是一个女老师，然后她有恐血症，然后我就举手，老师走走，然后我就说老师，我刚不小心把笔芯戳到手里面，我要去保健室，老师就开始惨叫，啊，他说啊，赶快去，赶快去，赶紧谁谁陪他去，然后后来我就好了，然后。我就一起身的时候，我就不小心把那个笔芯拔出来，然后我就举手说：“ oh. 老师，我不用去了，我刚把它拔出来，你看像这样。”哎、欸，我觉得你这一段可以弄成一个超短动画，真的超有画面。就是结局是老师，就是老师去保健室的，好痛，有画面，好怕、哦，老师快吓！竟然弄出来了，很强哎、欸。我就一拔，他就蹦出来，然后我就哦，老师，我不用去，我要拔出来。然后下一幕，老师昏倒，怕，超怕。老师叫的比我还大声，真是坚强的孩子呢。Oh my god， 谁还在画？我，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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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以前都会被那个筷子的那个木头插到哦，木屑哦，那个会，那好痛哦！而且我以前连发考卷从前面的拿那个纸都会被划到、欸，哎、哦，好痛，那个超痛哦！翻新书也会，想叫我嘞！天哪，觉得很痛哎、欸。好厉哦！有痛，嗯，有痛感，有痛感。哎、欸，我是被钞票割伤哎，超被钞票割伤、哦，那上面细菌超多的、oh ，对啊，大肠杆菌。就是找钱的时候嘛，我就还在找，那个客人就直接抽走。我想说什么，手就痒痒的，然后看了一下，就有一道划伤。Oh my god！ 真的都很不、啊。我小时候是好奇，然后跑去摸仙人掌。就是有些仙人掌可以，有些仙人掌真的很痛，手掌压下去很舒服那种的仙人掌。有一种仙人掌，就是它的毛是、啊、它的针是像毛，看起来毛茸茸的。然后我想说哇，那应该是毛吧？然后一摸上去，然后全部扎在我的指尖。那个要、哦、那个要拔很久，对，超麻烦的。天哪、啊，仙人掌！你是在可怜仙人掌，还是在可怜地？可怜。哎、怎么变他了？总是变他、啊，怎么死了啦？让我想一下，爱、勇气、希望，这是哪一只？岛灰，岛灰，哦，所以下一个是希望，对不对？我看一下啊，岛灰啦，怎么死了、欸啊？哇哦，为什么死了呀？死命用完了。他是一直都是被屠杀的角色吗？希望的画面在哪里？导灰，我需要希望的画面。看来你很绝望哦。来来来来，我帮你找到。没关系，我找到动画了。有希望的画面，我找到希望的画面了。啊，找到希望了。希望他有希望的，快希望了，我有希望了。恭喜你找到希望，要下一个加油！我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这是戒酒俱乐部吗？没关系，剩八九十三，最后三张，我会化成导灰的。我先预告，导灰是我的。导灰，导灰，这让我想到那个一天三十宣传车，对不起。宣传车都会叫卖的声音，导灰，导灰，叫什么？嗯，小马子，导灰，好在导灰一个，修理导灰，嗯，修理导灰，修理导灰，修理导，好有给，好有给，恋爱家好有给，有个恋爱家的导灰。来了，够 lucky 咯！三十块，三十块！哎呀，我的豆豆花，我的豆花，三十块！哈哈哈哈哈哈 ！Oh my god！ 整图好像也可以哈。哦，不对，我下一个不是
导灰，我下个是 unlock。unlock， 你看倒回来的时候，应该已经变身完成了。嗯，我已经在画他闪去的动画。耶！刚那个 unlock 我不知道怎么接，所以就变那样。抱歉了，下一家，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我已经画完了。我很快。耶！我画魔女丽卡。我的希望还没成型，我还看到我的希望。你还看不到你的希望。找不到希望，有了找到希望了，但还在努力让它变成希望。找不到希望。耶、yeah, ，好了，再补一个，有点多了，而且还要上色啊！救命哦、喔！卡通实在太黑暗了吧？是哪一只啊？我想每次想到这个洞太小了，插不进去。哦哦哦，他不是那个钥匙吗？要插进去讲这句话。让你心 unlock。我没有看过那个耶。那是找到米娅米米卡的。米娅，嗯？他们有插进去过啊，他们有。不是你，我是说缩时。哦，说我是缩时。这个啊，你画过呢。哦，嗯，好久之前的了。对啊。怀念的东西。嗯。好可爱哦。耶、yeah.。好想放大笔刷，可恶！好久之前的东西，我看了一下，2021年呢、欸。哎、欸，2021年呢、欸？哎、欸，是吗？哎、欸，二一，哦，是哦，哦，是哦，好久了，好久之前，有这么近哦？笑容。而且你的草稿是直接画骨架，然后其他东西直接撇上去的哦。啊，是哦，欸，我自己画进去，等一下。你点啊，它就只有骨架而已，然后那些配件是自己直接上线稿的时候画，欸，好强哦。你怎么以前就那么强，现在还那么强？没有好不好？有好不好？没有好不好？你以前就很强了好不好？没有，好可爱哦。强爆了，欸，强爆。对啊。强到爆！亚贝，可能亚贝，可能强到爆掉，墙壁爆掉了，小墙爆掉，还有，想想看，里面的软爆开，腾飞，里面的软 unlock， 好像曾经打过一只苍蝇，然后里面就一堆蛆跑出来，就 unlock 了吗？unlock，unlock， 爱勇气，希望。你把刚刚那一段录下来，那个国小老师那个啊！Oh my god！ 我真的是恐血症。重点是你还把那个铅弄出来，好强！他就拨一拨一拨一下就跑出来，他就拨一拨，感觉好像很大个哎、欸。那就哦，拿出来的，我不用去保健室了。你的笔芯多大啊？你是拿麦克笔插到你的手掌心里面，是不是啊？天哪 ！Oh my gosh！ 那你用手可以画画哎。哎、欸。哎、欸，那你变干那样？我这边又有卡啦。那为什么没有跑起来啊？没讲到一半。等一下，等下，等下，等下，这是怎样？哦，为什么变这样了？发生什么事情 ？Oh my god！ 为什么他换一卡了？嗯，少一只。这最后一张了吗？对，哎、欸，还有一张，还有一张。他是照你刚刚第一回射去，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真记得，我笑死了。
我最后一个就要画迪洛那个游戏的。哦，不能好像人都走光，都让 luck。哎，我这个当什么？这是自己出的啊？自己出的。哦。我很对不起，但这个真的太像了，我必须要歪掉它。该歪了，粗一点哦。我也是，填色好麻烦，那涂黑好麻烦了。让这个车长 unlock。Oh no！ 解锁一堆东西。这可以出联名了吧？我觉得月光仙子也可以。为什么跟胖丁联名吗？对，胖丁联名完全可以，特色太明显了。他变成这样哎、欸！到底怎么了？好好奇哦、喔！到底怎么了？怎么了？他就是一直跑不起来啊。可是前面好不容易爬起来了哎、欸。对啊，后面他还是天天在倒下，他就倒下去了。你讲得好难过。看来他没。因为大这张图画回来还在同一个位置。大家都忘记移动了。不是真的要、哦、真的要问第一张的为什么要那样画，你们就知道了。哦，那个是镜头一直跟着他跑，他一直有在跑。真的要应该画个速度线之类。超好笑，而且他整个是就是，脸部的变形比较多。他到时候动起来会不会就是一直拐来拐去啊？对。可爱，他变得很可爱。好奇他的那个，把它画成就是更解析度高一点会长的。3D 版。把你的心 unlock。感觉酷乐猫这张应该是最正常的吧？我觉得他变胖了哎、欸！啊，他变胖？对啊，好期待！他变多胖了？我操！我又多了一个人，是谁？我不认识。他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怎么变卡片？哦不！为什么是？啊！这最后一张哦。他还不能变倒灰。最后一张 ，OK。很有梗哎，最后一张就这样子吧。我怎么酷乐猫已经射了一圈还没射完啊？他一直在射，他是少射啊。那我说那张最正常的，他还真的会射起来，好好笑的。我要让他把枪枪放下来，辛苦了酷乐猫。他已经射一圈回来了。对，他手很酸，子弹无限。为什么变又有卡、啊？他蛮创意的。
这个游戏是很希望这个人死掉啊。不懂这什么游戏，到底在干嘛？我画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死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主角死掉了。对不起，我的锅。哦，没关系，那个游戏里面主角常常死掉，所以没关系。好诶，好诶，竟然。耶、yeah ！好笑、哦，这个怎么变卡片啊？你不是配色很像吗？很像，我觉得超有创意的。游戏耶！好，小丑在这里。快笑！最后啦！天哪！看那个真人版的 Unlock 哎、欸，好色吗？哦，有有有，刚好有收到那个。不然只有我看到惊悚的版本吗？啊、oh. ！Oh my god！ 为什么？我还以为是美少女做这件事情，结果不是吗？愤怒，看完愤怒，你看完愤怒，好了。来、OK ，来，一个招了，接、yeah、获了快一个小时的图，哇，好期待、哦！月光仙子跑起来，哈哈，原来是你出的，你怎么跑的？怎么让他跑？我怎么让他跑？来，我还是说完全没有跑起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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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跑起来了，终于跑起来了，跑起来了，跑起来了！卡西洛，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东西？卡西洛，卡西洛，好像破网子一样。Oh my god！ 好笑。Pico's cool， 是 cool， Pico's cool。嗯，哈哈哈哈哈，还忘加另外一个人。哇！为什么会转弯、啊？他会转弯！啊啊啊！酷的猫扫射到了！酷的猫扫射到！哈哈哈哈哈！对岸来了！啊！对面走过来了！我有帮他运镜耶！我有帮他运镜！哈哈哈哈哈！真！真！哈哈哈哈！主角换人了！好坏！上大戏会是哦，哎呀，动哎，好猛哦！好谢谢，哎、欸，我好吐血耶！我天，哎呦，霹雳酷月猫拿格林扫荡，酷月猫，酷月猫，这挖超好的啦，这个，哎，转向。我画了一半，忘记动他动作了。就真的有扫荡哎，有让他转，我让他转，好棒的！你还有箭头？有，我看到箭头，有箭头。我怕大家又把他往左边转，我
换手。你好累啊、哦！我找换手，快换手，要继续扫射。好期待它动起来哦！哇哦！哇！然后就射到那个 Pico School 了。疯的！哇！他们扫射哎！哇哇哇！哇！好厉害，换手太子，小红帽恰恰变身。哎，太用心了吧！希望，这我真的不行，我只要手，我只要。哇，我都听到那个主题曲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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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这个，我画这个，观众全部通通问号我想干嘛？问号什么？这样子啊？下一幕真的是这么一幕？哦，好用心啊！哦，我天哪！哇！别把这个都画了啦！确定吗？完全没有。有，经费不足，导会我们都先混进来了、啊，有东西混进来，导会是，好冷，哎有，开始越来越胖了，等一下为什么越来越胖？让我的体重 unlock， 让我的体重 unlock。我还忘了写结定，我怎么办？我之后也跟着写结定，我还原哇，好棒哦！有，那假的，我晒的，我乱动，真有运气呢。游泳卡吗？超像的啊！游泳卡联名，你这配色超像的呢。哇，游泳卡！哇，哎，这有 feel 哎！哇，我是游泳卡，是游泳卡，我偏游泳卡，那蛮厉害的，好笑哦！游泳卡怎么回事？让我的心，让这道门 unlock， 仙子不知道在干嘛，让我这道 unlock。被悠悠卡了 ，Oh my god！ 很聪明，嗯，好好笑，好快笑死我，笑到都饿了，好累哦，你真的饿了，起码我酸了，那就到这里吧，好，谢谢，好，谢谢，我感谢大家，好好笑，真的，我的脸好酸哦，真的，笑到哭了，笑到哭了，啊，太好笑了，笑 cry， 笑 cry。太有才了，韩台官太好啦，今晚就到这啦，感谢各位，明天要去拆线了，祝我拆线顺利。嗯，比较麻烦是后续啦，要用那些美容绷带什么、美容胶带什么东西的啊，好，之后再说吧，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拜拜。看看哦，哦，他还在开，走吧，往这边移动。他这个是业配，所以去帮他看一下吧。就这样咯，各位晚安，大家拜拜。